容易的一个物质。今天很感谢你们每一位的到来 ，OK。我们今天也有直播，所以我们在线的这个家人们，水库师的家人们们，你们大家好，大家好。所以今天我很感谢我们公司的平台，泰赫兹这个平台，也很感谢我们的公司的这个人员力 ，OK， 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成为今天的主持人，我本人叫薛丽丹，来自马来西亚的谢龙婆。我也因为体验过这个泰赫兹的水，在短短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当我喝了这个水的时间，半个小时而已啊，我是越喝越口渴。越喝越口渴，也越喝越感觉到身体有热热的出汗。当时我就相信了跟我分享的我们公司的高级人员，当时我就做决定买了三台，也因为我相信我踏出第一步，所以也因为我的坚持，今天我已经在我旗下有超过3000多人体验我们这个水，也帮到了很多人，因为这个水得到健康，得到成功。所以我告诉每一个人，在我的过程里面，我本身这个平台是我最高兴、最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平台使我不单止看到帮到很多很多人，因为健康的问题，损失了很多很多的金钱，但是在这个平台里面，我看到他们真正从这个平台里面赚到健康，赚到财富，而是那种的满足感是钱买不到的，而且这个平台是真正的使我真正的没有压力啊！记得以前我做的公司很有压力，每天要去发秀。还有我说我卖产品我不会卖，每天是送产品亏钱，不会赚钱。但是在这个平台我根本没有压力，没有真正的去推广，只是分享而已，没有想到要做这个生意。但是在短短的两年疫情的时间里面，可以给我帮到这么多人，也无意中赚到了一笔财富。所以这个是我一个最开心最满足的一个平台。所以今天我也要邀请我们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一位啊，很有系统的一个高级总监，他是谁？他就是，你们想知道吗？他就是曾经说过，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要不要，只要你要。泰赫兹平台的机制肯定可以让你脚量变成凤凰，所以它只是秉持住四大要点走到今天。怎么呢？他说第一是什么？慧根，慧根，慧根是什么？慧根。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嘉义，你只要跟住我们公司这个平台的系统去走就可以了。第三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第四就是传承复制。所以他说什么？只要学会跟介绍你的人，你的上面的人，然后怎样呢？不断的去学习，跟住他的步伐。还有自己一直不断的学习，精益求精，树立好榜样，陪同复制，团队就会越来越成长，
越稳固。所以今天在他旗下也带领了超过3000位的团队在他下面前行。所以等一下你看他厉害不厉害，今天他是非常的一个棒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领导。 OK， 所以我也不要耽误各位的时间，就邀请我们的谁呀、总高级总监阿宝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创业的进展。好，谢谢给我们的学员一个掌声，谢谢大家，晚上好。这个是什么？OK， 没有用过。Thank you, Brian. Thank you. 在座的各位，大家晚上好啊！谁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可以举手一下吗？哇，这么多朋友，来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 Shirley 刚才把我这样隆重介绍出来，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啦。其实我是一个小咖，因为做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高级总监，还没有董事，懂吗？因为今晚你们大家很荣幸，有史以来呢第一次邀请到我们的三位董事到今天，所以你们觉得幸不幸福？幸不幸运呢？非常幸运，所以给我们的三位董事一个热烈的掌声。当然，首先我要谢大家的掌声，来感谢感谢我们的泰克斯马有限公司，对不对？谢谢我们的老板我们的这个严鸿儒董事长我们的李董、周董，还有我们的陈总甚至呢我们马来西亚泰克斯马的全哥，因为没有这些老板，没有这些幕后工程呢，没有我们今天做的那么的舒适，做的那么的容易，懂吗？我们头头一起来呢都是蛮辛苦的，所以呢请大家呢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所以你们记得要非常感谢带你来的人，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本身呢在2年前呢我都看不起这台烫斗，懂吗？有吗？烫斗这边有烫斗吗？没有烫斗知道吗？你看上去好像一个烫斗吗？我就是讲烫斗咯。所以我的介绍人呢就是 CK 董事和001我们的梁董，来再给他们一个掌声啊，谢谢他们啊。如果没有他们，没有今天的阿宝谢谢我们的 Brian， 就是这个烫斗征服了我，懂吗？所以呢让我今天有一小小的成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小小的交流。其实我没有什么大不了啦，最重要是非常感恩，做什么呢？这个产品能说话，大家有喝上这个水吗？全部有啊，这不用讲了，今晚我以为有新人呢，有没有新人今晚？有吧有新人我才讲，没有新人就不讲了，因为大家都是自己人，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的心态今天呢你是抱着那种来看看咯，我的朋友叫我来应酬他，来看看一下咯，对不对？我就是这样咯。那时候我的介绍人我还记得CK 和我们的梁董来见我的时候我跟他讲这个东西这样好，是不是？他们讲这个东西那个水喝了什么病都可以好的哦。你听了是怎样？我直接跟他讲，这样好啊，医生死了咯，医院倒了咯，你有没有这样讲啊？如果你是有这样讲是正常的人啊，如果你没有讲你是不正常的，是啊。所以我就是这样想但是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走过来，我们从公司没有执照走到今天公司什么都有，包括马来西亚的 Siri， 包括 Top 我们的那个 Software 全部都有，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是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所以你讲我们有走过冷水吗？被人家泼冷水有吗？太多了。所以今天你们遇到给人家泼一点冷水不用紧的，因为你看过哪一个树这么大是用热水浇出来的，有没有？没有。所以你的朋友越泼你越多冷水你要感谢他。为什么呢？你要越成功，你自己也要越茁壮，明白吗？所以我很多的朋友头头都看不起不明白现在最近跟我讲什么，阿宝你就喝水咯，你就上岸了咯。什么叫上岸我不知道了，我还没有上岸我还在游，因为我还没有上董事嘛，
所以我还算不懂事，懂吗？啊，有一天我上到懂事的时候，我懂事了，我就有可能啊，啊上岸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来到这边，是不是要了解关于泰勒斯，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要讲的课题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句话看到吗？会太光吗？后面看不到哦。哦，麻烦我们的 Brian 帅哥一下。OK。因为今晚后面太多和大咖，所以我很压力，懂吗？所以呢，我要快讲完了啊，没有等一下哦，大咖没有得讲哦，就惨了，你们跑回啊，你们不要回，你知道吗？因为后面很多大咖在我的后面了嘛，哦，你回你的损失啊，难得今天来到这边哦，哎，不见掉 ，OK， 看到吗？还是看不到哦，再看不到我们要关灯了嘞。我们要很 romantic 的哦，可以吗？哦，再来，哎， romantic 一点，哎，要 candle dinner 了，哎，哇，太火爆了，你看你们，热情啊，他都不敢出来，你看，又是看不到，看到吗？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哎呀，这个话题其实是这样啦，健康重要吗？我跟你讲，健康非常重要，尤其这个疫情过后，是不是？大家都不知道健康多么的重要，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要穿着这个东西？你往后比出来啊，他会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哦，每个人一定要带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衣服，如果没有带，看到你的 privacy， 是不是？看到你的神秘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不是要带，为了什么？为了不要做这个东西叫 COVID。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们才知道真的健康很重要。因为呢，我一路以来呢都是在保健这个市场的，只是说呢，在这个泰勒斯水呢，也是刚才好像 Shirley 所讲的咯，做的是最轻松的，做的呢是最开心的，赚的呢也是最多的，对不对？啊，你问我的团队，我每次都跟我的团队讲的，我讲哦，我在以前的功力啊，我还没有触到完呢，我现在触给你们只有 50% 罢了，我触到完你们跑到完了，但是在这边真的很轻松，对不对？所以最重要呢，今天要给大家知道健康多么的重要，包括你们今天喝的泰勒斯水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所以呢你看一下啊， OK， 我太快了， OK， 水，我们做的泰勒斯水是不是牵涉到水？水重要吗？所以每次我讲为什么我的泰勒斯水我可以做到这么大，你看啊，不是很大啦，我的是3000多个人罢了啦，啊， 14 个国家啊，比到我们的卓定大哥，哎呦，小巫见大巫啊，他们是算万团队啊，对啊，我是小咖，但是我们做水嘛，水的东西，你看每次我讲哪一个国家的人没有喝水请举手，哪一个？没有，除了外星人，外星啊，对不对啊，月球的人，对，每一个人都要喝水，包括动物和植物。所以呢，水呢占了我们的身体呢70%，不管你的脑啊、心脏、肝、肾脏、血液、肌肉、骨骼，全部都是关系到水。水呢扮演什么角色？水呢扮演我们呢血液循环啦、啊、排毒啦、吸收营养啦、啊、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新陈代谢和平衡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OK， 而且呢，水是最好的药，不是我讲的哈，阿宝讲一定是买花赞花香，对不对？这个人是谁？巴特曼医生，他讲的一句话，对不对？他曾经出了3本书，你去 popular 买都有，我都有，包括呢最重要的，他用水医治了3000多名病患者，没有吃药，只用水。所以你讲他讲的话比较有啊足够的实力，还是我呢？肯定是他咯，对不对？最重要，再接下来，今天在市场上很多水咧，你跟我讲，阿宝啊，在市场上这么多水，到底哪一个水是最好咧？哪一个水是最好？请问一下，啊，班代有哪一个啊？哇、哦，班代给大哥一个掌声来，谢谢。大哥，刚才你来的时候，我给你50块的，是不是？有没有？我在外面给你50块，有没有？没有啦，啊，开玩笑，对不对？对的，在市场上你看啊，有过滤水、RO 水、远红外线、富氧水啊、碱性水啊、负离子水、富氢水、电解水、低频率工程水，甚至赫兹水，全部的水都是好的，对不对？只是说现在给你最新的科技，更好的要不要？
那个呢就是大哥所讲的呢 0.96 太赫兹水，就是你所喝的太赫兹水。 OK， 什么是太赫兹水呢？其实太赫兹呢是一种光波， OK， 它在存在在这个宇宙上的，它是在远红外线 OK 和微波之间，这个波它叫做太赫兹波。 OK， 所以从这个太阳它可以释放这种波。但是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可以每天早早上去晒太阳吗？有这样勤劳吗？我就没有咯，我还在睡觉，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身体需要这个光波，哦，怎么办？太赫兹波另外一个名称呢也叫做生命光线，记得啦，太赫兹波也叫做什么？生命光线。一个太赫兹等于一万亿个赫兹，而且呢它的渗透力和穿透力呢是很强的，最重要最重要，它是安全的。你看啊，你的家 sorry 你的家有没有小孩子？你家的孙子每天是坐着点点的还是跑来跑去的？跑来跑去跑到你喘，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他身体有很多这个能量啊。来到成年人的时候，你看一下，我在看这了的，刚才吃饱了，我在讲这一半，他在钓鱼了，他的眼睛就在那边，懂懂啊，这个你就是成年了。如果我从头开始，我的声音这样大，你还在那边懂懂，你就是老人了。所以这边有老人吗？看一下，暂时还没有，还没有，大哥你还没有老，因为至少你还跟我还可以举手，你还没有老。老人就是我从头讲到尾，他嘟咕嘟咕嘟咕一直钓鱼钓到尾的那个叫老人。所以你看啊，我们的手机有没有插线？谁的手机没有插线呢？没有啊，手机要插线，对不对？人也要插线的。所以你的人要想插线，你不可能去插电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就把这个水太赫兹波照射过后，那个水三分钟过后，你把那个水喝进去，它就会给你太赫兹波。太赫兹波呢，就会激活我们身体的细胞。所以太赫兹水不适合心脏装 battery 的人喝，明白吗？要注意哦，心脏180 OK 一定要喝，心脏放 battery 的 pacemaker 那个要注意一下，明白吗？如果喝下去嘟，你喝水了，懂吗？啊，因为公司有谁了，不可以啊，注意哦。OK， 再接下来，这个太赫兹呢，不是什么新的科技，在2005年，全球、美国、日本、中国呢，都已经在研发着这个太赫兹波，只是在近期里面呢，让我们太赫兹公司呢，跟 OK 配合中国配合 OK。研发出这个唯一照射在水的太赫兹水仪 OK， 以前他们一路以来坐在那里，军事雷达包括你的机场安检 6G 啊，唯一全球第一个太赫兹的就是我们。而且未来如果我们用的电话，如果今天你有看报纸看到没有 6G 吗？对不对？啊，中国已经射上去了的，去年11月，今天的报纸我看到好像美国都要跟中国好了，因为他拿到这个特别的科技，明白吗？而且呢，这个未来那个 6G 其中发射出来的光波就是太赫兹波 OK， 包括呢全球唯一独家照射在水的就是我们的太赫兹吧公司，只有一家，所以给我们的太赫兹来一个热烈的掌声。再接下来，为什么我们的太赫兹水这么不一样？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种的品牌，他们照射在水里面呢，他们的水不能直透在你的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水呢，只要照射三分钟，它会有让你的水分子变成直链型直饮水。OK， 换句话说，你看你家的水喝了这么久，你家的水喝了这么久，糖尿病有没有下？高血压有没有降？大暗鬼啊，大警报啊，有没有不见掉？没有。哦，这个大姐哦，不要摸你有吧？没有啦，你这样美，对不对？你看啊，这些东西我们家喝了这么久，为什么没有见效？但是也是你家的水，只是用我的太赫兹水仪，这个烫手滴滴滴，三分钟过后，你喝下去不一样了。原因在哪里？它除了让你有太赫兹波之外，它最强的地方就是这个，
我们的身体，请问一下，在座的每一位，谁不是细胞做的？请举手一下。哦，大家没有正常，幸亏你们没有毒菇啊，没有钓鱼啊。我们的人，不管是动物、植物，都是细胞做的，对不对？妈妈的一颗卵子，爸爸的一颗精子结合，才有今天的你，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身体都有很多的细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的每一颗细胞都有一个东西叫做水管道，英文叫做 aquaporin。如果你还不会呢，我就跟你讲啊，那个叫做他的嘴巴啦，对不对？你的每一颗细胞都有一个嘴巴。问题是在哪里？你家的水为什么喝了没有效？因为它的水分子完大。因为用了我的碳化池水照射过后三分钟，它可以让你的水分子变成很小，容易进到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不管你喝什么过滤水，汤根也好啊，Diamond 也好，对不对啊？包括你喝什么 brand， 那些水都是好的，只是它的水分子团不够小。我可以让你的水分子团很小，因为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面的嘴巴只有 2 nanometer。请问在座的每一位知道什么叫 nanometer 吗？纳米，懂不懂？懂啊？不懂？懂不懂？不懂。nanometer 多小？很小很小，多小？你们一直讲小。OK， 今天给大家一个知识哈，你知道 nanometer 一个 nano 是多小吗？你的头发切一根下来，你把你的头发切一半，它不是有一个直径 diameter 吗？只要你的头发的直径 0.05mm， 你再切它5万条，它的一条就是 1 nanometer， 小吗？小。所以问题不是你家的水不好，是你家的水分子团大，进不到。所以今天我的太阳石水仪呢，它可以释放那个光波之外呢，它还可以让你的水分子变成很细很幼，很快就进。包括如果你现在有吃着某某的保健品更好，为什么？我可以让你的保健品带进到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包括你有吃着药的人，明白吗？所以我们记得不可以做到我们太阳石水做到一点好像医生这样哦，喝我的太阳石水什么药都不用吃，有没有啊？不可以吗？他有吃药照吃，吃到他的医生叫他不要吃才不要吃，我们不是 doctor， 明白吗？ OK， 那接下来我们的太阳石水你看用什么方法照哦，就是他的 jug 这样照，再接下来就是在桶上面照，看到吗？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太阳石水呢，它除了可以释放那种光波之外，它的低粘稠度真的是蛮强的，高达680倍，明白吗？它的吸收力啊很强，而且呢它可以很快就稀释我们里面肮脏的血脂。所以每次我跟我的人讲，当你在一开始喝我的太阳石水之后，记得第一件事就是你等一下喝了会去大便小便，对不对？记得不要冲掉， please 看一下闻一下。人家讲咦，疑虑喂，那个大便是你的也不是我的疑的么？问题是要叫你看很多的答案会在那边出现，明白吗？他会把你的东西很多会排放出来。因为我的经验，我的人曾经喝一杯罢了哈，一杯那个女孩子等一下去厕所整个血排出来，明白吗？哦，真的很神奇。包括有的便秘很多，每一天要吃 fiber， 喝了我们的水我不用吃 fiber， 懂吗？哦，其实见证太多了，走了两年哦。除此之外呢，它的抗菌哦高达90倍，啊，尤其是大肠杆菌和红毛癣菌，或者是牛皮癣 ，OK， 很多，包括抗氧化高达4倍。抗氧化的另外一个名称呢，也叫做抗老化，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不要这样快老呢，请喝多一点太和池水，明白吗？高达4倍嘞，明白吗？ OK， 包括呢它的抗辐射呢也高达2倍，而且这些东西我所讲的呢不是乱乱讲的，全部我们都有检验报告的，不是欧北共的哦。但接下来它除了可以让我们喝之外，还可以拿来喷，有没有？所以每次我都跟人家讲，你当要喝我们太和池水之前，请拍一张照片 before
一个月过后再拍，再拍阿瑟，你就看到很大的分别，你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光泽，明白吗？再接下来，我们呢有五项的专利，十三项的认证，甚至呢最近我们呢公司荣获了 Top Health Brand，OK，看到吗 ？OK， 再接下来，我们的泰克池水呢荣获两项的发明专利，看到吗？泰克池用在这个领域呢是唯一获得发明专利的产品，所以你看到吗？为什么实力这样抖动啊？短短的，你看。从以前我认识她，一个好像一个安迪，到现在我现在变得美女，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因为我真的两年没有见她了呀，两年呢，刚才见到哇，好久不见了，年轻掉。为什么？因为脸很年轻了 ，pocket 也年轻了，是不是啊？哦，你可以搞很多东西了，是不是啊？所以很简单呐、啊，啊，最重要在这里面哦，我们可以年轻，还可以健康，还可以赚很多钱哈、哦。再接下来，啊。这是给大家看一些的例子罢了啦哈，市场买回来的菜哦，啊，你跟一盆是在太阳池水，一个是在普通水，哦，几个啊，二十分钟过后，你看它的不一样，这个叫做能量哦，哦，包括这个也是一样啊哈、哦，会大声一点哦。这个呢就是市场买回来的两条金鱼哦，我不建议大家做啦，拿公司做就好了 ，OK。那你看这条金鱼是放在开喝池水的，这个是放在普通水的，所以几分钟过后，这条鱼开始游不动了，这条鱼还在游，看到吗？哦，这个证明什么呢？水里面的开喝池能量，过了几个小时过后呢，这条鱼呢，巴列鲁玛咚咚响了，看到吗？这条鱼呢，还在笼阵浮盲啊，看到吗？哦，但是过了几个星期过后，这条鱼也会死的，你知道吗？因为什么？人必有一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人是不是会死的？谁活到今天有一万岁了？跟我举手一下，有没有？万岁万岁万万岁吗？有没有？没有吧？对不对？人也会死的。最重要是什么？今天人一定会死，我不管你怎样死，最重要是你要早死还是慢死。如果你不要这么快死，喝多一点太阳池水，每天努力喝，喝水不了吗？明白吗 ？OK， 那接下来呢？这个是我给大家哈、哦、啊，看看一些我这几年走过来一些的小见证。因为如果真的要见证完哈，等一下我的零零一哦那边又在赶我了，哦，快点快点快点！所以呢，我就说嘎说嘎说快，已经说到没得嘎了。OK， 所以呢，给你看一下哈，这个是牛皮癣，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牛皮癣，英文叫做 cirrhosis。OK， 我在2019年10月加入的嘛，所以2019年的11月在马六甲见到这位龙兄，我们讲了一堂课过后，他跟我讲，阿宝阿宝，我要喝你的水，我讲可以啊，你跟我的人买水咯，我的人造水的嘛，你跟他买一桶5块钱10块钱咯，造一次5块嘛。 OK， 他跟我讲什么？我不累啊，会听吗？不累，我是福建人啊，不累会听吗？不累就是没有钱啊，为什么？因为他十年没有做工了，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讲，很简单，我要见证，你要水，所以你可以做我的见证嘛，我就free他喝水 ，OK， 所以这个是我 ，OK， 这个是阿行，喝了过后，你看短短的两个礼拜，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两个礼拜，两个月过后呢，他做工了，十年没有做工了，再来。啊，这位呢，女孩子呢，本身也中了13年的牛皮癣哦。你看，哎呦 ，sorry，OK，、okay, 你看，只是喝了短短哦，20天，她的手看到吗？啊，也是24天，看到吗？啊，她的手有没有不一样？哦，啊，这位小姐也在当场啊、哦，啊，到时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OK。再接下来，这位啊，也是在场 ，OK。这位仁兄呢，他喝了我们的太阳池水过后呢，他哔哔啵啵，哔哔啵啵出到来了。这些东西就是排毒的过程哦。但是这位仁兄呢，真的是很有信心，继续保持喝我们的水。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哈、哦，你看一下，有没有不一样？这个是今年的哦，对不对？啊，去年的收益啊，刚刚的发生 ，OK， 啊，再来，脸部问题，9天的脸用什么这样快？太阳池水咯，再来，
这个是我在新疆的一个伙伴的哦，小孩子，看到吗？他中了平不缩酒，都不能好，花了很多钱，只是喝了我们太子水，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two month，OK？、Okay? 他一天不喝多啊，他喝杜立多罢了。如果你们觉得要帮助到身体医病的哦，最好一天四个立多，我跟你讲，效果非常棒 ，OK？ 再接下来糖尿病，糖尿病大家都看过，对不对？这个糖尿病，如果你是医生的话，医生 doctor， OK， 你的抉择是怎样 ？doctor， 你是 doctor， 他来看你哦，啊，谁讲锯哦？你讲他锯啊？哦，那如果是你的脚，你要锯吗？你的脚呢？你的脚要不要锯？你也要锯啊？哇，太好料了哦！你要不要锯？你要不要锯？看到吗？正常人呢，你有点不正常啊！没有啦，开玩笑啦，大哥。很多人是这样的，锯啦，快点锯，不然会死的，有没有？脚不是他的吗？讲就容易咯，你自己锯看要不要？但是我请问在座的每位，这个人如果中了这样的糖尿病，锯了脚，糖尿病会不会好？如果会好，快点锯。我没有看过那个锯了会好的，等一下你看下去就知道了。会越锯越糟糕，越锯越惨。我的自己大舅锯了不到半年死掉了。明白吗？所以这个不能好了，我们要找出它的根，明白吗？所以呢，喝我们的太阳止水和正我们的太阳止水，你看，你这个脚才短短用了多久啦？用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看到吗？一个月是吧？有没有？一个月有没有锯？之前是烂的哈，没有锯咯，对不对啊 ？OK 啊，这个介绍者，我们的陈晶晶，看到吗？刚才是锯你的那个脚趾，这个是锯什么？脚掌哦。你不是想锯脚趾可以好吗？谁跟你讲现在这个要锯脚掌的？你看到吗？锯不能好的，可是喝了用我们太子水短短两个月，听到吗？这个太子水你分享出去，你不是救了一个人啊，你是救了整家人啊。被锯脚的人辛苦吗？痛苦吗？痛苦。我跟你讲，不他的那个人更痛苦。你有听过一句话吗？一个人中风全家人发疯，有没有听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对不对？所以最重要自己活得有尊严，要健健康康，对不对？再接下来看到吗？这个也是，是不是？再接下来，如果你看一个一个锯，这个呢，大哥还是锯啊，锯了就是肠废了的嘛，是不是？也帮助到了。再来，这个安迪是锯到这边没有了，哎，现在医生要锯这边，看到吗？我给你们看这么多个例子是为什么？要给你看每一个地方你锯。糖尿病不能好的，你要找出它的原根，因为你的 pancreas 你的胰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它不能出胰岛素了，你只是每天吃胰岛素，你没有帮你的 pancreas 移回去，你的糖尿病永远不能解决，而且你会吃药吃到死，还没有死你先准备洗腰子，有没有？太多了，吃糖尿病高血压到后来一条路就是眼睛瞎洗腰子洗肾，有没有？所以今天你看，今天没有在你的身边，哎呀，不管买台机不管我的事，但是如果你的身边有这些人，是否应该把这个福气这个福分介绍给他吗？对不对？包括今天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伙伴把你们介绍过来，你要感恩他，你要谢谢他，因为你有福报才可以遇到太阳之水。所以呢，再给我们的太阳之水一个热烈掌声。这个是我最近的伙伴 ，OK， 这个是我最近的伙伴，一个马来同胞哦，你看到他脚吗？还没有喝太阳之水的 ，after one week， after two week， after three week， after four week， 最近的27号，哎 ，sorry， 看到吗？女孩子吗？哎呦，谁讲女孩子不可以中糖尿病啊？糖尿病是男人的专属病。不可能吧，对不对？都会中的，对不对？啊，看到吗？最近的照片 ，OK， 好、啊，这个东西哈、哦，看到吗？所以你是不是在做福报啊？为什么我们的董事，我们的001，他的钱这么多，滚到每天哇，不要来了，还是一直来哦？为什么？因为他在做这福报嘛。因为每个人都在做福报，都在帮助人家健康嘛，都帮助人家改变生活啊。所以这个福报。入拜神啊，你有拜神嘛？提供也不比啊，明白吗？
好，所以最重要哈，我们把这个水不湿文化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喝水而已。但每次我遇到朋友 TK 懂吗？他牙齿用铁做的，懂吗？有听过吗 ？TK 啊，他牙齿是用铁的，懂吗？我就跟他讲哦，你要吃药还是要喝水，你自己选。到后来呢，你的末路就是这样，喊到脚了，脚不是我的呢。所以今天我跟你分享水罢了吗？喝水而已，又不是我的水，水是谁的？你的水。用我的水一照罢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脱发问题哦，火魔看到吗？喷喷喷罢了，有没有？哦，有没有？啊，所以开始脱发了，快点喷！啊，脱发很困扰的，懂吗？因为看到比较老，所以你不要这么老哦，喷多一点 ，OK？ 喷，这个是我的人啊，也是一样啊，看到吗？头发，啊，看到吗？头发有没有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跟你讲，不要用什么什么滴滴答答的水。用开水水喷，好像浇花这样浇就可以了，明白吗？又可以喷又可以喝，你看多爽！而且呢，你看这个是我也是一个伙伴哦，你看他整个脸有没有不一样？哦，我这个伙伴啊，在短短一个礼拜卖了十多台，明白吗？因为整个感动看到他的脸不一样啊，包括我最近的一个鹅脸兔的伙伴，他们全部在短短两三天都卖了二十多台，我都吓一跳，为什么？我又不是讲很多话，问题是水每个人都要喝的，而且有效，对不对？你们喝的有没有效？还是 T 效？没有啦，很有效，对不对？而且还会财源滚滚啊，有没有？因为水为财啊，财源滚滚来啊，对不对？啊，这个我的伙伴，你看到吗？你走路，他重要啊，不能走一年了，喝了我们开始水一个月，哇，而且啊。我跟你讲啊，他不喝水的，一个礼拜大概喝完5-5L的水够吗？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们不喝水，我跟你讲，你的未来跟他一样，明白吗？很多人跟我讲，阿爸，我有喝水，阿总，我早上喝了，你喝什么水？我早上喝果啤哦，叫我喝米露哦，等下我喝茶冰哦。我讲这个不是叫水，这个叫什么饮料？水是透明的，对不对？像这种的叫水 ，OK？ 所以呢，他不喝水的结果呢，他喝了我们太阳石水过后呢？他就放出来他的 diamond 咯，懂吗？这个叫八毒，懂吗？生九三八毒，哦，生三三色啊，看到吗？所以跟你讲，你们不喝水的人一定中这个的。所以有时你喝了太阳石水过后，有一阵子你觉得好像最近小便不能出，懂吗？不要担心，因为你的那个八毒要出来了，它在阻塞着那个，你要大量喝给它出，明白吗？包括我最近有一个 Australia。喝了太阳石水过后哈、啊，他那个也是 TK 中的 TK， 也是很 TK 的。他去冲凉的时候放个屁啊，砰一粒出来哦。他讲不懂什么东西哦，按下去又不是大便哦，硬硬的一粒哦，他跟他踢掉。他说啊，对，你拍给我吗？那么大力的 diamond， 懂吗？啊，对啊，他也是一个我现在很 hot 的一个 Australia 的伙伴。OK， 啊，头发这个不用讲了咯，太多了哦。啊，斑看到吗 ？Before and after， 我冰嘟噜了。OK， 而且呢，女孩子很伟大，对不对？在座这边很多女孩子，对不对？啊，因为我的团队很多都是女孩子，所以呢，我们给在场的女人一个热烈的掌声啊！尤其是你的妈妈、你的姐姐、你的谁女人，因为女人很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女人要为你生很多的孩子啊！所以我这个伙伴呢，生了6个孩子，他有一个很不喜欢的，就是他的妊娠纹，够力吗？所以他问我的时候，可不可以？我不知道，因为我不认真闻，懂吗？我有肚腩闻，对不对？所以最重要呢，我讲你 try 看啊，喝和喷，你看到吗？有没有不一样？哇、哦！我跟你讲，如果你的肚皮现在这样啊，你的肚皮这样啊，为什么你老公不要摸你？原因在哪里？自己知道啊。自从看了这个话，快点回去努力每天喷啊，你老公就会来找你了。明白吗？哈，所以有些有原因，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啊，只有懒女人啊，所以努力碰 ，OK。那接下来哈，这个是关系到肝的，肝我有很多，只是一个例子哦。他的肝指数，他们全家人都不好的肝的问题，啊，他的肝问题蛮高 ，OK。只是喝了我们太阳石水，短短三个礼拜降到17，明白吗？我们的身体的器官，唯一一个器官没有神经线的就是肝，当你。遇到很大的问题，你去 check 的时候，往往都是末期，明白吗？尤其你们是做那些接触到火的、煮炒的、烧炭呐、
晒太阳啊，要特别注意你的肝，明白吗 ？OK， 所以呢，本身我这个伙伴的啊，他本身这个是看他的妈妈，这个他本身也是一样，51多 ，OK， 医生讲来到70多呢，你开始要肝硬化了。然后我们看的食水呢，短短一个月过后呢，降到14，明白吗？哦，这个 video 是我拍的，跟他讲的，那是挂啊，这个是最近的，看到吗？他有流吗？一粒大大的流在那边，他只是喝了我们太阳石水，短短2个礼拜多，有没有不一样？噔噔噔，真人大大话了，明白吗？好、哦、啊，也过了，因为001要不要讲话哟 ？OK， 我很赶啊。所以最重要，今天见证呢讲的太多也没有用，最重要你要喝吧，对不对？所以每次我都讲，我不怕我产品不说话，我只怕你不喝。和喝错，什么叫喝错呢？喝不够，有没有？有的人喝少少一点点，他讲不好诶，不是我的水不好，是你没有喝够。所以每次我都建议大家哦，能的话，你就以你的身体的重量哦，乘以一个45，这个不是我教的啊 ，doctor 教的啊，乘一个45啊，再加一个 liter， 就是你要喝的水的量。OK， 所以讲到完，其实我的水不是什么的神奇水，最重要是一个原理。今天只要你的细胞强，人就强；细胞健康，人就健康，就这么简单。但是今天你的细胞要健康，你一定要给它料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给它什么料呢 ？OK， 细胞健康呢，器官健康，器官健康呢，系统就健康，系统健康呢，人就健康。所以细胞要健康，你要给它料，什么料？阳光、水、氧气和营养。所以今天你要给它足够的阳光，里面我们有太阳石，我们有水，你的水里面有氧气，你的水里面有 mineral， 包括你有吃很多的 supplement 都已经很够了。你只要给它四样东西，再加上一个很好的睡眠，你的人就健康了。啊，也不要熬夜哦。有的人讲，哎呦，我都不用紧了，我睡4个小时就可以了，不可以哦，明白吗？最少要6到8个小时哦。OK。而且呢，除此之外呢，这个是多讲的啊，多讲的。我们的太阳石水的的确确帮了很多，尤其是重癌症病患者。不是我讲的，我讲的是没有意思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叫做 Mr. Dr. Otto Warburg， 他是1931年诺贝尔奖Nobel Prize winner。他是谁？他是 The Root Cause of Cancer 权威癌症专家。他讲什么？会看吗？我知道你看不到，我准备给你了。他讲什么？癌细胞是厌氧生物，癌细胞无法生存在高氧的环境里，包括大部分的霉菌、寄生虫都是厌氧。所以在场的每一位，你们有听过脑癌吗？骨癌、肠癌、胃癌、肺癌、肝癌、卵巢癌、睾丸癌、乳癌，很棒，什么癌都有，有没有？但是我们的身体好像有一个器官没有听过有癌症的，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器官吗？至尊宝都不要打、啊，我搬到我、哦，但是没有讲我大哥，不用紧，请你喝水，谢谢你 ，very good， 来给大家一个掌声，有知识，你食堂上课的是吗？还是你是讲师？不能听我讲课啊，拍戏，搬到这个有听讲课，搬到对，为什么？为什么心脏没有听过心脏癌？有听过心脏病、心脏阻塞、心脏瘤孔、心脏衰竭，从来没有听过心脏癌。为什么？量氧气。对的，对的。怎样高氧？今天你吸了一口气，经过你的肺打底过滤，二氧化碳呼出去，氧气去那里？心脏。你的心脏做什么？帮什么 ？Oxygen for blood circulation， 血液循环。所以你的心脏是高氧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水是叫什么？水叫什么 ？H2O， 里面两个氢，一个氧，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水呢，照射3分钟过后，它可以让你的水分子 H2O 很细很幼。所以普通打个比喻罢了啊，你的一颗细胞可以进入尽量大概10000粒的 H2O， 但是经过我加持，3分钟过后，它可以进100万粒的 H2O， 有不一样吗？你的氧气从1万上到100万，在氧气一够啊，你的血液循环就好了。血液循环好，新陈代谢好，你要有病都很难呐、啊。
明白吗？而且呢，你要做癌症都不会营养，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要你们大量喝水？今天又不是叫你们大量喝了水哦，我的阿宝的后盾就呆我一直上，有没有？没有吗？水是你要喝的吧？所以你不要中癌症 ，please 多喝水。而且我们实在太多这些的见证了，喝了太多水，癌症好掉，包括我有很多见证，子宫瘤不见掉，癌乳癌好掉，是不是？所以每次讲不要相信我，喝水就好了 ，OK？ 所以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啊，要完了。其实我们的身体呢，我们有抵抗力细胞的，你明白吗？包括你现在最近有没有去打 booster 啊？有没有去打那个什么抵抗力那个有没有疫苗有没有打？有没有听过人家打了咚？有没有打了我就会咚那种？因为他抵抗力本身都没有了吗？打下去，嗯，但是 doctor 跟你讲没有关系到疫苗的，是因为你弱，是不是啊？问题你命就没有了，这很简单，你看啊。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有的，我们的身体有 B 细胞、NK 细胞、白血球，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它自己会做功的。OK， 请问一下，至尊宝的也要讲啊，请问一下，哪一个是癌细胞？大哥、大姐，哪一个是癌细胞？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来，这个坏哦。对不对？讲这个讲什么哦？是啦，人啊，你们就是这样哦，没有用，只会用眼睛看，懂吗呢？不要看人家外表坏就坏的，这是我们身体的 NK 细胞来的，这个肥肥泡泡的才是癌细胞，看到吗？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有癌细胞的。当你的免疫力下降、抵抗力下降、荷尔蒙失调，它就来了。马来西亚每现在2020年过后，每三个一个，每三个一个，所以你看严重啊，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没有到你的身上，没有到你的肉，你不会痛，所以呢要预防，懂吗？你看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会走的，它自己会去 attack 的，看到吗？它自然而然会去吃它的，谁教它的？你每天跟它练功夫啊，隐瞒啊，它自己会吃吗？像小吃鸡吃像大吃，看到吗？这个是叫做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细胞。所以你的细胞要尿吗？也要尿啊，你要给它足够的营养，给它尿啊，看到吗？会追的，这个是我们的白血球，看到吗？它会追的，看到吗？谁教它的？自然的。这个是我们的身体的 T 细胞，也是抵抗力细胞，它会杀死你身体的癌细胞，看到吗？所以只要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强啊，你要中癌症都很难啊，看到吗？它会脱麻、腰椎啊，啊，要来了，脱麻了，啊太，这是没错。他自己会不太卡了 OK 他慢慢吃掉他。所以啊朋友们，今天健康生命只有一次 No take two， 对吗？每次我都讲了，今天你自己的健康不顾，谁会顾？每次都这样讲吧，你赚了这么多钱不会花，给谁花？人在天堂，钱在银行，你的老婆呢就在别人的房，你的老公呢就在别人的床，你的儿女呢就为了你的家产闹公堂啊，你都死不瞑目，是不是啊？所以呢，健康要不要顾自己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人家跟你讲，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家人，请一台太阳石水回家吧，对不对？哦，他 off 了，不要给我讲了。哇，时间到了，明白了。OK， 所以呢，请一台回家是值不值得？刚才我去见我这个伙伴在 KL 的，他跟我讲，哇，某某公司啊，哇，出什么水机啊，哇，一台啊4000多块啊，贵到半死哦。
结果我去他的机要，我去滴滴滴照水给他，我开我的见证给他看，咚咚咚咚讲完了，他讲多少钱，我讲4800，他讲不贵啊，你看到吗？喂，刚才咖啡店坐在那边，他讲水机4000多很贵，我的水一张小只4800不贵，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它的价值，所以每次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不要一直跟人家讲4800，你要讲出它的价值。当我们的水仪的价值大的时候，价钱就不尖叫了，对不对啊？请问在座的每一位，今时今日的4800可以买什么？阿公阿妈的年代啊，4800可以买很多样，但是讲不好听，大姐不要介意啊，像你这样的年龄啊，4800的医药卡都买不到，你赞同吗？4800的你的医药卡都买不到啊，像我刚才那个有70多岁哦，对吧？60多70岁哦，那种我的医药卡都要8000多张，是。但是这个你买了一台，今天买明天还要买吗？后天要买明年要买吗？要不要？你最少一台可以用13年呢，够不够？我不要等到13年了，这5年里面让你全家人健健康康，不用看医生，不用进医院，值不值得？值得，对不对？哦，包括如果今天你买保健品，哇，吃了，等一下，老公可以吃，老婆不可以吃，等一下吃了可以生胸毛，是不是？哦，没有，等一下呢，吃了那个老婆的会被这样，对不对？哦，又不可以吃，等一下，老公老婆可以吃，孩子不可以吃，哎，如果全家人可以吃，完蛋了，扑街了，要花很多钱，对不对？这个呢，买一次可以用很多年，是不是啊？不管你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对不对？狗啊、猫啊、植物都可以用。所以你讲贵不贵？不贵啊！你名牌包包几十千买一粒，你的车几百千一辆，你的屋子几百万一个房子，对不对？但是你的命没有了，钱不是别人的，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好好去跟他了解一下，对不对？把一台水仪请回家，让大家过一个好年，对不对？好，让大家呢在新的一年，你这个 coming 的新年里面，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这个太和池水，这个也是一个事业。如果你要赚钱的话，等一下你听我们后面陆续而来的大咖，哦，他们的收入比我多很多，明白吗？好，所以呢，今天呢，我的分享呢就到这边为止。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对不对？爱护每一人，福泽千万家。所以呢，我阿宝呢在这边呢，祝贺大家虎年行大运，恭喜各位，欢乐欢乐，哇！谢谢谢谢大家。哇！感谢我们的高级总监阿宝，给他一个掌声。是的，我们大家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在赚钱的路上失去健康，或者我们要在健康的路上顺便赚取一笔财富？所以你们想想看，今天阿宝刚才讲的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离开，但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离开，还是要痛痛苦苦、全家人发疯的离开呢？这个是看你们。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了解的是什么？我们太和之马怎样这个平台，怎样如何行销全球35个国家？很重要的就是很简单的方式去复制，这个也是我们的001，我们的梁总董事，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只要我们大量的喝，大量的喷，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复制，然后大量的用爱心、用真心去分享，
就很简单、很容易、很轻松的，连他自己本身都没有想到要在这里去发展这个事业，因为他根本都不会卖产品，他一路来是做金融的，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说：“今天我没有想到要做的东西，突然间很轻松的就给我创了一个事业，而且这个事业我都想都想不到，因为他说这个事业带给我很大的福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人他的家产是不过很多，还我们的家产不过三代，但是他说我要使我的家产，我所赚到钱可以过三代，可以代代下去，就是福报。只要我们有很大的福报，我们的财产一定会留下来。所以今天我就邀请我们的梁董董事来跟我们分享。所以还没有邀请他之前呢，我们先看看我们梁董的这个视频。OK， 在这一路两年以来走过的，做了很多很多个公益，所以我们大家来一起的看这个视频。不然我会很喘啊。OK，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Happy New Year 啊。OK， 很感谢今天大家的到来，但是呢，今天我看到这一场吉隆坡100多人满场 ，OK， 很高兴啊。OK， 所以的话呢，也很高兴大家的到来。那么呢，我相信大家一定要给你们自己的掌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个疫情啊越来越严重，你们不怕 Omicron 吗？很多人怕，对不对？我也怕，但是呢还好我们有这个水可以提升免疫力跟抵抗力。 OK， 所以的话呢，我们一直以来这几个月都在巡回演讲，尤其是我。 OK， 上个月我们在新山搞了一场300多人不断的在讲。 OK， 好，那刚才我们的阿宝的分享精不精彩？太精彩了，你知道吗？这也是我线下
第一次听到他的课，真的是太精彩了，对不对？好，那还有的话呢，今天想问问大家一下哦，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看我，不是吧？我又不是很帅啊。OK， 拜好拜。OK， 想问大家一下，今天大家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健康，对吗？不是健康而已，是你全家人、整个家庭，这个才是最重要。OK， 那第二的话呢，来的目的是什么？赚钱，赚什么钱？不是赚小钱，赚大钱，赚退休的钱。想不想赚退休的钱 ？OK， 帮我拿一下啊。OK， 好，给大家知道一下，刚才我们阿宝也是有给大家展示一下，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很多的新朋友啊。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Divine Water Divine， 不是水机，记得记得，我们不是水机，是一个 Water Divine 啊。OK， 你只要轻轻的 Power Bank， 插了 Power Bank， 轻轻的一按一下，一闪一闪 ，bling bling， 有看到吗？闪对不对？闪多久？三分钟嘛，对不对？好，因为我的水喝完了 ，OK， 我需要很多的水。来帮我 scan 一下，我刚刚拿了矿泉水，大家都有矿泉水，没有的话后面都可以拿。帮我 scan 一下，这里。OK， 所以第三分钟，因为呢我的水喝完了，我肯定要喝水。要喝水，你要喝普通水还是要喝好水？喝好水，对不对？如果你家里的这么大啊，你们广东人叫什么？甘白露。甘白露可以带出来吗？不好带啦，对吗？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是很 portable， 这样子 scan 三分钟就可以，很轻松。这三分钟过后，这一瓶水能够做什么？因为今天我们不做示范，但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示范，用简单的方式啊来告诉大家就可以了，好不好？我不是要解，不要是要讲产品太多啊，是简单的。OK， 这位叫 Andy 大哥，他也在现场。这个是我们前两个星期在吉隆坡帮他做一个示范，只要这个水滴滴滴三分钟过后 ，OK， 那么呢就这样子喷，喷半边脸，喷了半边脸过后呢，你们用两只手指这样子揉它二十下，揉它二十下，二十下就是二十秒，二十秒过后，你们看一下这个眼袋跟这个眼袋有没有分别？有吗？这个是二十秒，大家听清楚，二十秒不是二十分钟，不是二十分钟，二十秒就有感觉了，就有效果了。如果你天天都按两秒呢，又两分钟呢，会有什么效果？你们回家去试一下好不好？但是记得拍照起来。OK， 这个是我们的效果，是用你家里的水或者是矿泉水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是用我们的泰勒制比拜就可以了。OK， 第二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认识李思琪吗？不认识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去上网去查一下李思琪，这个人叫 Harry 李思琪，他有500多万的粉丝，他也是我们的 member。好，你们可以上飞书去看一下就对了。OK， 这个是我们上两个星期在12月30号参加 Miss Cosmo， Miss Cosmo 是他的，他是创始人，他的公司。好，我们参加，因为我们公司也是有赞助。OK， 好，昨天的话呢，他特地邀请我到他的家别墅来开直播，两个 demo。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昨天有看啊？昨天有看直播吗？好像没有多少人看，但是没关系，你们只要进入我们的 room 可以去看一下。主要这个给大家看什么？来播一下，来。OK， 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示范啊，两个示范啊，这个是我 ，OK， 这个是李思琪 ，OK， 我的喷的喷瓶，一直在喷我的头发啦，我的皮肤嘛，对不对？现在我把它倒完了，倒完了，因为呢，这个是刚刚现场制作的这个水。OK， 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示范啊，两个示范，就是那含的话呢，
都吃 OK， 你们在家里都有碗、都有盘、都有锅。Okay， 再倒一下。如果你有这个水，你回家做一个示范，洗你的盘、你的锅、你的碗，很油的碗。OK， 用我们太油之水就是这样子洗干净而已。好，大家知道锅是最难洗的。OK， 来，锅是不可能用水来洗掉的，对不对？你们可以试一下，回家试一下，就这样子。我们昨天做了一个直播，很多人在看。好，给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这一个水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demo， 我们 demo 是特别的强。OK， 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什么？今天的 marketing bag， 这个才是最重要。OK， 今天我们看怎样赚钱，赚多少钱？你们目的要多少？100万，没有越多越好的，你讲越多越好是不可能赚的，你相信吗？啊，要有一个目标，100万，还是1000万，还是要1亿？你相信吗？这边有一个安哥，我称为他叫安哥了啊、哦，77岁，不会讲话。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邀请他上来。你相信吗？在这未来的几年，他可能在这个平台会赚1亿，不会讲课，不会讲课，从来没有上过台。你相信吗？你可能现在不相信，但是现在他已经赚了100万。但是未来的5年跟10年，他有可能赚1亿，你相信吗？我帮他算了。OK，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到底我们的 plan 有多赚钱，产品不用说了啦。OK， 已经是无可否认，市场上不是我说好，不是你卖的东西说好，是市场上的顾客说好才有用，大家认可吗？对，对不对？很多人就想啊，沾啊卖花肯定沾花香，我们不用沾的，只要你要喝水，一定有效果，对不对？所以今天产品不用讲了，我们来看一下制度到底能不能赚钱，是赚多少钱 ？OK， 如果制度不赚钱，我跟你讲啊，这样的 COVID 的情况啊，没有人来了，你相信吗？对不对？好，我们有三个 package 啊，第一个 package 一台。啊，马币4800，新币1600，台湾37000，中国人民币7900。OK， 那马来西亚人我们看马币就好了，好不好 ？OK， 第二 package 买两台，新两台9600。OK， 到单中心 mobile socket 28800马币，有三个选择啊，你可以选择。OK， 好，那么呢，我们有几个 bonus 呢？我们有7个 bonus， 第一个 bonus 叫 direct sponsor，direct sponsor 啊，只有3%而已啊，很少。OK， 但是我们每一台的话呢，都是以800 PV 来算计算， 800 PV 来算计算，这个800的话呢，是以美金的方式来算计算。OK， 好，今天只要你推荐一台，他买一个4800，你赚多少？你赚了一个800乘以 3%， 等于24分。24分是怎么算呢？乘以多少？等一下我也给大家知道一下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的，你算这两，这个人买两台的，你赚48分。你推荐这个叫报单中心 Mobile Pocket， 你赚144分。 OK， 那一分呢，在 system 里面是乘以马币 4.5， 我们马来西亚人记住，你所有里面靠的钱都是乘以 4.5 就对了，明白是吗？ Withdraw 也是乘以 4.5 的。 OK， 好，新币乘以 1.6， 台币乘以37，人民币乘以 7.9， 明白吗？大家可以明白啊，对不对？很简单。好，那今天呢，第二个奖金叫承蒙奖金 ，letter pad， 只要你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你就产生了一对，一对就一个碰，一个碰拿多少呢？就是拿 50% 的碰，不是 5% 啊，是 50% 啊。啊，一个碰多少？800乘以 50%， 400分，就是类似像400美金， 400 美金乘以 4.5 多少？1800块马币。有没有？你只要 sponsor 两个人，一个108，108马币，加一个碰，1800块，2000块回来了，大概一半的钱回本了，对不对？在这个平台有一个好处，它两个重点，两个亮点。第一个，你不需要卖产品。很多人问我 ，Josh， 你们不是在做产品，不卖产品吗？那怎样赚钱？对不对？很奇怪，真的，因为我本身刚才我们的设立已经有介绍。我从来不做产品，不会做，因为我不喜欢卖产品。这里100多人，请问有谁喜欢卖产品的举手一下。天天都卖产品的很喜欢做销售，举手一下。我相信大家都不喜欢卖产品，认可吗？对不对？那不卖产品怎么做？很简单，送水。
会吗？送，怎样送？我教大家一下，这个是我的做法。为什么我们做那么大？因为很轻松，因为我是比较懒惰的人，因为我住 condo 二十楼，你叫我天天拿十桶的水送给人家 ，sorry 啦，我不可能这样子做。安哥要做吗？安弟要做吗？大哥大姐要做吗？年轻的嘞，更不要做咯，认可吗？因为太重了，是不是？所以我每一天呢，就是拿一个 bag， 拿一个 power bank， 跟我们这个所谓的探斗出门，然后跟你聊，跟你聊，跟你聊，聊完过后，真的咩？可以咩？不用紧，不用买，不用拿四千八去买矿泉水。刚才我们吃饭也是这样子，陌生的，我就打说，大姐，你拿你的水来，我们帮你 scan 就可以了。哎，我们又认识陌生人，又可以跟他讲，又给他水用，给他水 testing 了，这样 OK 吗？可以吗？方便吗？轻松，就是这样子送送送送。没有想到哦，我从2019年10月份一直送送送送到现在的话呢，做到30几个国家。我们叫某丁丁发达，你知道吗？我真的不会做的人。很多人认识我2年前都知道，我真的不会做产品的人，都能够做起来，都能够赚到很多桶金，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OK， 所以的话呢，第一不用卖产品，第二你只要在这个平台找出两个志同道合、身体有毛病或者是想要赚钱跟你一样想要赚钱的朋友，有没有？多吗？尤其这个 COVID。越来越多找机会找砍头的人多不多？多的是，你相信吗？就两个，如果你有3个、5个、10个，恭喜你，你会赚越多，赚越多。 OK， 好，那找到两个人 A 跟 B， A 介绍 A1， B 介绍 B1 的时候呢，你没有做工了，没有找人了，对不对？他们去找人的时候呢，在第二个 level 的时候呢，你赚多少？你赚 100%100%赚多少？$800乘以 4.5， 3600马币。OK， 你只要刷上两个人，这两个人延伸下去的两个人，你赚1800、3600，打来刷上108、108，5600块马币。你投资多少？4800，赚了，赚钱又回本了，是不是？两个人罢了。OK， 如果你有本事，4个人也可以，你喜欢，那再延伸下去第三代。也是一样，第一个碰，第三个 level， 第一个碰都是拿1800马币。OK， 延伸下去走多少代？无限代 ，unlimited level，unlimited 无限代无限层走下去，每一层的一个碰，第一个碰都是拿1800马币，$400分，这样理解吗 ？OK 吗？好，接下来我们按第三个奖金叫 pairing 啊。Pairing 是从第三层开始，第一层跟第二层没有 Pairing 的啊。第三层开始的时候呢，左边有4个，右边有4个，红色的左边跟红色的右边碰拿多少？拿$400，对不对？蓝色的3个跟蓝色的右边3个再碰拿多少？不是拿 50% 的纯碰的，是拿叫对碰，对碰是拿多少？看 Package， 如果你是一台的 12%， 两台 13%， 六台15% 报单中心。 OK， 那我们讲两台跟六台我们先不看，因为大家都是一台先进来，对不对？ 12% 怎么算？用800乘以 12% 96分，96分再乘以 4.5， 432块马币。 OK， 好，三碰乘以432块是多少？1296块马币，再加这个1800，3000块，3096马币了。所以在第三个 level 你已经赚了3000块马币，对不对？第四个 level 呢，有八个碰了一个1800，剩下的七个乘以432块，总共加起来大概4000多块，是不是？以此类推，无限代无限层 unlimited level 都一直在拿432块，有多少碰多少，累计没有归零，只有小编封顶过后才有归零，大编永远不归零，不需要 maintain， 不需要 member fee， 不需要额外的费用，这样明白吗大家？ OK， 但是它有一个 maximum， 日封顶 daily maximum，
一天只能拿1500美金分，这个3000美金分、4000美金分，想问大哥大姐，今天如果在疫情的期间让你一天赚1500美金分 OK 吗？爽不爽？爽吗？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叫1500美金吗？来，不会算哦，我算给你们哦。OK， 马来西亚的朋友看一下，1500美金乘以 4.5， 6750乘以30年，200000马币。请问一个月赚200000 ，OK 吗？有谁不 OK 的可以举手一下。200000一个月，一年240万，不管方面任。不够吗？不够没关系，无限期可以 top up， 可以 top up， top up 到报单中心，一个月540000，一年600万，十年6000万， OK 吗？ OK， 再不够没有关系， Binary 大家都知道可以买三个户口、五个户口、七个户口、15个户口，对不对？对吗？所以你自己想一下，到底你要在这个平台买多少个户口，赚多少钱，你自己决定，不是我们决定，明白是吗 ？OK， 好，新加坡的、台湾的，好，我们先看马来西亚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有 live 的300人的 Zoom，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到底真的吗？你讲到封顶，一个月赚200000，一年240万，不要吹啦！很多人说，很多人讲 Josh。咁识吹嘅你，真的咩？可以咩？有冇咁大只急乸随鸡跳啊？对吗？啊，很多人喜欢讲这句话，但是没关系，我给你分析一下先，到底这个礼拜有没有这个优势？啊，十个优势，第一个，水我们送得起，随时送。请问你在做的任何的产品送得起吗？不要说100块，一瓶一包10块钱你都送不起，你相信吗？你送给一个人 OK， 十个人还好，100个、1000个呢？破盖啊！好，我们福建话叫破盖啊，对不对？但是送要会送啊 ，OK， 要会送，要上我们的课，我们会教你如何送水。因为很多人乱送，乱送啊，送了半年一台都卖不出去。听了我的课 ，OK， 听了我的课过后学了会了哦，我很快卖了3台出去，5台出去。啊，这个要学哈 ，OK， 很简单吧 ，OK。第二，价钱最公道，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最高科技、最新科技，叫太赫兹。大家知道，太赫兹是最新科技，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整个趋势。我可以这么说，2年前的时候有听过我的课，我都讲了，未来的世界，你会看到所有的吃的、穿的、用的产品，都是以太赫兹技术来做标题。当时我讲的时候没有。过后鞋子出来了，过后吹风筒出来了，过后内衣出来了，过后慢慢的很多的产品，手环、手链、吊坠，全部慢慢太赫兹的技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这个叫趋势 trend， 但是这个 trend 呢是这次开始的 trend 哦。如果你掌握这个 trend， 你相信吗？你有可能是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大家有没有想想一下，20年前、30年前有听说这个科技叫 nanotechnology 吗？有吗？轰动的时候，所有的产品都是 nano 的，不管是真的是假的，都是 nano 的。但是你有掌握吗？没有，我们只是消费者。所以你要当消费者，还是要当什么？当这一个掌握的人呢？这个才是最重点。OK， 好，第三。科技目前独一无二，只有我们公司有，没有其他公司有，这个才好啊！中国人叫牛逼，明白是吗？啊，独角兽。OK， 第四个，只需要3分钟可以处理3到5厘的水，只是我们没有把那个浆出来带出来，还有包括那个5个厘的、6个厘的的水啊，那个 speeder 的水我们没有拿过来罢了。OK， 所以你怎样做都可以，没问题。好，最重要。Power bank 不用找插头 ，OK。好，那么看一下，简单容易操作。你看一个钮，按一下，搞定。你们回家看一下，有刚白绿的机的时候啊，刚白绿的机啊，回家的时候很多 button 啊，
有时候我们自己很年轻的、啊、要按哪一个，有时候我们都不乐，你相信吗？不要说老人家了，对不对？简单吗？按了可以拿来喝水了，简单啊，才能复制，对不对？好，最重要这个水可以煮啊，煮的是很重要的东西来的。很多水他讲说煮了没有效果，那请问一下，如果煮了没有效果，没有煮的水，你敢给老人家、小孩子、baby 泡奶喝吗？不敢，有没有？那今天你买的不管是九千还是十几千的水，全家人，你两公婆喝，老人家不能喝，孩子 baby 不能喝，请问有意思吗？有一点没有意思啊，明白是吗？所以你可以煮吗？煮饭、煮汤、煮药、煮糖水、煮粥都特别好吃，泡咖啡、泡茶、泡奶都很好喝，你们可以试一下。OK， 好，水可以放多久？放很久很久很久，放多久？一年半载没有问题。刚才教大家的 demo， 一年我们都做过了。那很多人问，真的吗？怎样 proof？ 我不用 proof 给你的。OK， 你回家拿一桶，不管是两个里的、五个里的，收一个月做一次刚才洗碗洗盘的 demo， 两个月、三个月做柠檬做酒的 demo， 一年后再做 demo， 就知道有没有效果了。认可吗？你自己 test， 不用我 test 给你。而我 test 给你，你又讲说我做手脚。OK， 最重要的话，我们可以发挥爱心。什么叫发挥爱心？因为呢，请问，不管你今天有钱还是没有钱，我相信有钱人他身边也有穷人的亲戚朋友，认可吗？大家，对不对？那这些穷人不应该帮吗？要帮。那要帮的话呢，如果是每一个月给500。买一套的保健品给他，每一个月都买，可以吗？受不了，你相信吗？对不对？但是今天你有了这台仪器，你去到哪一个穷的家庭，老人院、孤儿院、残障中心，你都可以送。每一个家机构，每一个家庭都有水，用他家里的水，我们只要带 device 过去跟他 scan 就可以了。还好这个水做了过后，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都没问题，可以存放很久。如果这水四个小时八个小时还原了，请问你是不是要八个小时去一个老人院做一次，八个小时去一次做给他喝水，可以吗？有点难度，对不对？有心无力。但是这个水你可以去老人院的时候送几十桶的水给他，一个月我再下去，第二个月我再过去，我一个月去一次，可以吗？可以，我做得到爱心。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水不湿，最重要的嘛，方便携带，就像这个 bag， 我们每一天出门就带这个 bag， 把 device 放进去里面就飞了，就走了。OK， 像我这样子 ，OK， 水喝完怎么样？买矿泉水倒进去，又在 scan， 又在喝水，简单吗？简单，可以上飞机，所以随时随地你都可以什么喝水，随时随地送水送爱心，随时随地你去到哪里都赚钱赚到哪里。大家想想 OK，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当你的团队、你的成员、你的 member 越来越多的时候，左边很多右边很多，就像我们 Shirley 这样子，现在有3000个，阿宝总高级总监有3000个团队了，我30000个罢了，不多。OK， 所以当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每一天拿着 device 出门，送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大家想一想，在未来的不管是半年、一年、两年还是3年的话呢，能够让你每一天封顶1500美金，一个月赚200000马币，有可能吗？来，有可能的，我们举手一下好不好？看看有多少人有信心在未来可以创造一个月赚200000马币的。你看这边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敢举手， Zoom 的朋友可以打一个 yes 好不好？ OK， 所以今天你敢举手证明什么？你看到机会，你对这个产品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在未来不管是2年也好，5年也好，真的有一天你拿到封顶一个月200000的时候，请问疯狂吗？大家想一想，疯狂吗？对不对？很疯狂啊，上帝都疯狂，你相信吗？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就讲的讲啊，很多人会讲，很多公司也会讲，很多利益会讲，我们给大家看啊，看才重要。
不看我的 OK、啊、看其他人的好不好，我的 member OK， 我的 downline 啊，一个月，这是去年一月份他赚了12000美金，可以吗？大概55000马币罢了啦，还不多了啊。再看一下刺激一点，这个一个月，去年一月一年了啊，赚了137000马币，这是我的刀麦。另外一个刀麦赚了35000美金，乘以 4.5， 157000马币，可以吗？一个月，那你看有日期的，2020年7月，2020年7月31，看不到日期。我们不是用讲，也不是用吹，我们是事实，给你看数据。OK， 好，再看一下啊，啊，再看一下啊，这一个啊，去年二月份，大家知道去年二月份是什么日期吗 ？MCO 2.0，不能出门。新年，华人新年，对不对？大家知道新年什么行业最好做？叫年饼、年糕、新年饼，认可吗？麻瓜最好做，什么生意基本上都是差水的 drop 的业绩，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下我的刀麦，一个月赚多少？41000美金罢了，不多了，187000马币。啊，在这个赚了多少？赚了57000美金，乘以马币 4.5， 257000。OK 吗？可以吗？请问一下，我们泰勒兹公司的领袖讲说可以帮你一个月赚200000，帮你创造一个月赚200000的，请问有没有资格？有吗？我做的时候2年前，我天天都在讲200000，很多人讲说不要骗人啊，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拿到，不是我，是现在开始很多人拿到。OK，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如果你在找机会，好好的用一点时间来了解我们。OK， 第四个奖金叫 matching bonus。OK， 可以拿6代、8代、10代的 4%， 只是拿对碰而已哈。你的刀奈的成碰1800是没有的啊，你的刀奈的432块，你可以拿4% 是多少？17.28块。比如说什么是设立？设立的成碰没有 matching， 设立的被碰432块，我有 4%，17.28块 ringgit， 多吗？少之又少。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六代哦，八代跟十代哦。OK 啊，我的 upline 讲我的 upline 就好 upline 啊，我的 upline 是刘姐啊，我们的周丁大哥设立有见过他。我们2年前去了中国 ，before 疫情的时候见过他，他只 sponsor 我一个人。很多公司跟你讲 sponsor 一个人一条线，没有砍头的，对不对？对吗？大象脚没有砍头的，没有什么赚钱的。你知道我的上线只 sponsor 推荐我一个人，在短短的2年内的时间没有 pairing 啊，你看一下。这个不看见了，这个太小了，我们看我的 upline 的比较好一点的哈。 OK 啊，我的 upline 的它有3个户口，因为呢懂得 binary 的人一定会开3个，最少不会开1个的，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3个户口，1、2、3嘛，对不对？三的户口哦，第三的户口啊是零的，对不对？第一个第二的话呢，那 matching 哦，2个户口加起来的 matching， 你们看多少啊？这一个户口拿57000美金，你看呢、啊？没有成碰，没有量碰。第二个户口拿74000美金，两个户口加起来13万美金，600多千马币，一个人就 sponsor 我一个人。请问比我厉害的人有没有？这全世界多的是，你相信吗？多啊，很多很多，对吗？只要你找出一个比我厉害的，可能跟我差不多的，也好写了啦。在这几年里面，可能赚一个几百千，有可能吗？有可能。如果再 sponsor 另外一个放在右边呢？
如果我的阿曼娜在 sponsor 另外一个我放在他的右边呢、啊、这个户口请问可以赚多少？你乘一下乘十倍就好了，够力吗？所以别小看 matching bonus， OK， 所以我们都鼓励，如果你看准看好这个是商机，建议三个五个七个。所以刚才我们介绍的 Kelly 一个月前我跟他见面跟他聊聊聊、啊、我们的 Akin 最清楚，因为 Kelly 是 Akin 的上线啊，算是李思琪进来的啊，他当天看到我表演，对不对？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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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讲不了 OK 啦，七粒我自己都吓到，李思琪自己买七粒七个户口，证明什么？你说他买七个七粒机来自己用呢，还是看商机呢？看商机，对不对？一过七台我们的阿 King 就很爽了啊，爽不爽啊？当天赚了几千块马币 OK。 好，第五个 Mac placement bonus 见点奖、啊、每次我们的 Zoding 大哥讲话一箭发财，只要上面的人或者是下面的人推荐，还是上面的人往下丢下去给你的话呢，你都有钱赚。怎么赚？打一个比方，今天我 sponsor Shirley OK， 好，明天我再 sponsor 大姐 OK， 我把大姐丢给 Shirley， Shirley 完全不认识你，对不对？他有你，他赚你的钱，赚多少？两块四美金，十块八毛马币。你所做的十个 level 跟他有关系，他都不认识你，对吗？所以我跟很多人讲，今天他进来，明天你进来，你安着他，是不是？因为两条线一定要往下丢。但是今天倒反回来，今天你进来，明天他进来，他是不是要安着你？请问你要今天还是明天？你要安得别人还是别人安得你呢？啊，你自己想了哈，我不知道了，因为决定是你的啊，不是我的决定哦，好不好？所以可以拿十零点三百三，可以拿十个 level， 所以十个 level 总共有多少人？第一个 level 两个人，第二个四个，八个，加加加加加到来，总共有2046个人，2046呢乘以十块马币，20000马币，你投资多少？4800，减一半好不好？也有10000马币，对不对？10000再减一半，也有5000。请问今天你投了过后，给全家人健健康康，万一你真的一个人不没有兴趣找任何一个人 ，OK， 没有做到一个人没有关系，上面有丢丢丢丢丢丢丢，你也有钱赚，赚多少不知道啊？但是我的 customer 两个给大家看一下。真材实料啊，真的数据啊！我的 customer 2019年9月27号进来，到2021年7月30号，他的见点奖赚了500美金 ，OK 吗 ？OK 吗？没有做的哦，比你放那个一年多少的还不错了哈、哦，对不对？哎，还有东西拿，让全家人健健康康，对不对？啊，另外一个 customer 拿了731美金的见点奖。差不多 70% 回来了，他投资多少？4800，是因为他早进来，这个很重点。很多人两年前就已经听过我们的产品，但是一直不相信，打死都不相信。请问两年后进来有一样吗？不一样咯，你知道吗？天跟地，你知道吗？好，我们做的时候你可以问这些元老级阿宝、舍利、我们的刘广、我们的周定大哥，没有公司，没有注册，没有 lesson， 没有货，没有见证，从一个 baby 的公司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做到差不多七七八八，我们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叫他们呢一片森林，我们把它砍完过后铺了黑油路，我们大家一起走，请问好不好走？我们现在差的就是人和，对不对？天时地利已经有了，现在差的是人和，让我们一起来走这一个康庄大道，把这个胎儿池做到全世界各地，让很多人改善他们的健康的问题。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呢更好玩。为什么更好玩？我有两个兄弟，我就跟他讲了，他就买了，应酬买了也不做，两年后你知道吗？
不抓，它的一边呢、啊、有523万 PV， 6500台累计，没有归零啊，很多公司没有缅甸就崩掉归零，是不是？有没有？没有归零啊，6500台，你知道吗？6500台他在找另外一个人碰，两个碰，五个碰，五个，十个碰，十个碰完6500台，你知道他拿多少吗？80万美金，360万马币。如果大家想一想，两年前、一年前、半年前、一个月前，你的朋友、你的阿伯跟你讲的时候呢，你马上下单，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业绩下来？请问，如果这个户口是你的，爽不爽？特别爽啊！啊，很多人问我，说你去问他一下啦，他要不要卖？我说 sorry 啦，不可能卖给你的啦。要卖，你知道卖多少钱吗？对不对？你也买不起。我跟你讲，另外一个19000台，大概有11000台，碰完可以拿131万美金，600多万马币，碰完了，碰完。但是这个是碰不完的，为什么？因为大边是一直每一天都产生十几台、几十台，有时候100台这样子产生，天天都有，就是，对不对？所以证明什么？早一天进来跟迟一天进来有一样吗？真的不一样。OK， 你们会 feel 得到了哈。你看那出生的都是那有声音出来的，都是那些两年前就已经赚了很多的啊，对不对？对啊。OK， 还有报单中心的费用 3%， 24美金108块马币。OK， 我们有很多的 leader， 包括我们的 Jordan 大哥，单单 register 的费用赚了多少？ Jordan 大哥第一年呢165千 register 费而已啊，其他奖金不算。OK，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有一个 downline，一年的时间也赚了115000马币，单单 register 费用而已。但是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成为 mobile stockist 才可以。OK， 好，再看一下，如果今天你要你的团队很稳定，你要你的收入很稳定，你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 stockist 在你的左边跟右边的 group。像我这样子，我天天都是出来讲课，都没有 register， 我的下线 register。他去赚 3%， 你也去赚 3%， 对不对？该你赚的你赚，你赚。但是你爆单，你爆单，我就叮咚叮咚叮咚，爽吗？很爽啊！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OK， 我不给大家看一下我整年的收入了哈，现在而已啦，现在哈，不多不多，现在9点多还不多了啊，大姐多少？最下面的九的头看得清楚吗？九、啊、老花913而已啦，不多啦。913嘛，对吧？还有一个173嘛。啊，两个加起来的话呢，现在是赚了1080美金罢了。不多啊，不多了啦啊！现在几点？9点多而已啦。到 before 12点就不一样的感觉了啦啊！曾经有看过我给他看的，就知道了。有看过了，有看过了啊！啊，今天不方便给大家看一下 ，OK？ 啊，一天半了，不是一天呐。现在9点多的时间，因为报单都是在10点半以后，因为开会10点过后回到家，10点半、11点就开始 key in 了。啊，就有很多单了，所以我的团队每一天都是很稳定，都是报几十台的货，几十台，听好好，我们上个月做了1700台左右，全世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东西，全世界啊，上个月啊，12月份罢了啊，我们做了1700台左右，证明什么？如果这个产品很多人讲贵，如果没有效果，有人买吗？没有，不可能，啥呢？全世界会比你啥呢？那些人，人家的钱不是钱，你的钱才是钱呢。我们从2019年没有公司，做到2020年12月30号，我们才做不到8000台。但是去年2021年 COVID MCO 很多 MCO 对不对？我们总共做了24000台，
你想想一下，我们有多好多赚，对不对？也是帮了24000个家庭以上改善他们健康问题，所以你的 stockage 越来越多，你赚钱就会越来越稳定。为什么？因为他会投资28000大马币，他不会等榴莲掉下来，你相信吗？因为不是2800块，投4800的人呢、啊，可能还没做的没有成绩，跳公司，对吗？投28800基本上不会跳，你相信吗？所以你的团队不会跳，你就要快点去跟他讲 stockage 多一点，明白是吗？啊、哦，所以一台、两台、六台的分别在哪里？一台 10%、13%、15%， 封顶不一样，1500、3000、4000。刚才我讲的是1500美金，一个月200000马币，一年240万，做10年2400万。所以今天在这个公司有没有可能让你赚千万？有，做过亿，赚过亿，有可能的事情。OK， 如果不够没有关系 ，unlimited。无限期啊，没有限时间让你 top up 到六台 mobile package， 一天4000美金，一个月5400000马币，一年600万，做10年6000万，20年1.2亿，可以吗？够你退休吗？还要做什么？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太多怎么办？不用担心，做慈善捐。赚越多，我们做越多慈善，这样好不好？啊，哎，第三个分别在哪？六代、八代、十代，不要小看啊！我的 upline 是六代罢了啊，他的 account 六代罢了的，啊，再报二下去，他更不得了啊！报单费3%，好，再看一下 incentive bonus，OK， 小区业绩小变啊，我们只要小咖啊，小咖。10000PP 除以800PP 就是12台左右而已，13台而已哈、哦，你就上了主管，公司送你3000马币的价值的产品 ，OK， 10000再加2000变成3万，身为经理的话呢，就送一台的 device 给你，再多送一台，3万再加12万变成10万，高级经理你就可以海外旅游啊，现在还不能旅游罢了，对吧？好，15万再加5万是累计啊，全部是累计的啊，不是归零啊，是累计，1+2变3。3+12变15，15+5万就变成20万。总监就像我们的周丁总监，我们的阿汪基总监，他们就拿到公司补贴他5000块美金的卡饭，22500马币。OK， 好，你只要培养两个总监加小区业绩5万 PB， 你就上了总监，但是第二个月才开始可以享受。分红第二个月同样也是要完成这个5万 PB， 那享受5% 的分红。董事也是一样，今天很荣幸，也很荣幸，也是我们全球这2年里面从来没有遇过的，我一个董事，新加坡一个董事 ，JB 一个董事都来到今天的会场。等下他们会分享 ，OK， 他们是怎么做的 ？OK， 他们最少最少打底在这2年里面最少赚了3个 M。有一些还不是很会做，也不是很会讲，也不厉害讲，真的，但是他们会做，他们就是天天这样子送水就赚钱了哦。所以你说这个市场好不好？太简单了，你明白是吗？好，来我们再看一下 ，OK， 我们已经有很多人都上了这些所谓的级别，董事、高级总监、总监、高级经理，这是还没有 update 的哈，这是半年前的事情而已，再多。我们还没有 update， 到时候叫公司 update 一下。所以我们的口号：爱乐每人福泽健蛙，让全球1亿的家庭拥有这太和值的水银。现在我们全球才做3万台左右，离1亿的目标多不多？还很多。如果不要多啦，你的整个团队做了100万台，你想，你赚多少？你知道吗？我那天跟阿 King 跟李思琪讲，我说你有500万的粉丝。只要 1% 的粉丝买一台5万台，最少赚2000万马币，最少。那如果他的粉丝是 10% 买呢？2亿。你们自己想一下，最重要什么？李思琪的粉丝是不是你的朋友啊？这才是重点，对吗？如果是你的朋友，
你觉得你的朋友会跟你买，还是跟李思琪？这个就很重要的咯，对不对？啊，你也知道了，有看过他的直播，他的 live 都是卖很贵很贵的东西，有钱人的啊，大家都知道。OK， 什么时候会爆呢吗？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还没有爆发期，你们知道吗？我会算命，我跟很多人讲，我算了，这个太儿子的命哦，在短短的未来的这几年过后，只要国门一开放，不需要隔离，我敢跟你讲，一定爆到不清不楚，你相信吗？相信。因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上飞机，拿去喝就好了，加轰旅游就好了，在飞机上去美国、去英国也好，去迪拜也好，在飞机上 scan 水都能够 sponsor 到的，你相信吗？这才是重点，去假轰就好了，都有钱赚回来。OK， 所以大家想一想，有多恐怖啊 ？OK， 好，今天要跟大家讲，今天带你来的朋友不是来叫你来买东西，是叫你来投资。投资什么？不是投资什么的盘，什么的 money game， 是投资你全家人整个家族的健康。4800，请问值不值得 ？OK。最重要还可以不施好水送爱心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一颗爱心，很想帮助人家，但是有时候疫情的关系，有时候经济的能力，我们不是不帮，是有心无力。但是今天你有了这台仪器，你随时可以帮10个家庭、100个家庭、1000个家庭，不伤你任何的口袋。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水，每个家庭都有水，用他家里的水，只是用 power bank， 没有多少钱而已，对不对？好，还有呢，投资一份的事业，只需要投资4800就可以做这个生意了。很多人看不起我们，我就跟他讲，好，今天疫情期间，请问有什么生意最好投资，稳赚不赔？有没有？有，跟我讲一下。4800，马来西亚最多的生意叫小贩中心，最少投一个小贩中心最少要8000、10000，认可吗？有风险吗？也有风险，但是今天你投了泰勒兹4800，万一一个人找不到，赚不到任何的 commission， 一个人都找不到啊，赚不到啊，但是你的全家人喝了健健康康，不看医生不吃药，请问是赚了还是赔了？赚了。万一提供给我们福建人叫提供给你们吗？天公仔很不小心哦，随便分享一下进来，我像实力这样子随便进来一个放在左边，随便讲一个大哥进来在右边，或者是 adjust 在右边，周定在左边 ，hostable 啊，香港的阿王七哥啊，摇脚啊，翘脚都赚钱，你相信吗？我们的公司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真的是翘脚的赚钱，除了我，我没有翘，因为我天天都在讲课，其实我都可以翘脚，真的是翘脚，我睡醒就有钱赚了，但是没有，为什么我还出来？因为我们第一，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一定要改善更多人的健康，让他们有更好的健康，这样好不好？第二，因为太多人很需要这个机会，想要翻身，想要赚更多的钱来维持他的生活。只要你跟你的上线说，跟你的总监以上的说，今天需要阿 Josh 来帮你讲课，只要我有时间，我一定来。这些都是我的团队都有亲自都听过我很多次课，我不管去到哪里我都会通知你们要来一起来，我到现在还在讲，不要等到我能飞到新加坡马来新加坡台湾的时候呢，你要的时候 sorry 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课了，我不骗你，因为我们新加坡台湾也很 hot， 但是我还没有过去讲，没有机会，我现在是等疫情可以开放而已，我就过去台湾跟新加坡这样子讲课，请问会不会很火？我敢跟你讲，这个是两个国家我一定要过去的国家，
这一样子炒下去，这两个国家就很不得了。OK， 因为台湾跟新加坡是高水准的国家，对他们4000多块来讲叫上税，马来西亚4800还有很多人买不起，对不对 ？OK，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说，今天市场有多大，不管你什么年龄、什么男女，不分男女啊，不分种族、宗教，不分国界。都要喝好水、健康水、细胞的水，认可吗？最重要，跟各行各业没有冲突。今天我们不是卖水机，不管你是卖什么水机也好，今天你卖 A 的 band， 你卖 B 的 band， 我就讲你 B 的不好，我就讲我 A 的好，认可吗？但是今天没有啊，我们跟所有的水机都可以做朋友，不管你是 MV、CoV、CoCo 什么都可以做朋友，因为水机做的。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做的水机没办法做的功能，所以可以配合吗？可以配合。OK， 做传销的保健品可不可以配合？请问你吃保健品、营养品要不要喝水？要喝水。你做投资的要不要喝水？要不要赚钱？也可以。开店做生意的可不可以？没有冲突。打工的呢？也没有冲突。所以你想想一下，到底市场有多大 ？OK。好，最重要，产品不是过滤器，记得记得，这个叫 water device， 不是叫 water filter， 不是叫水机，千万千万啊，不要拿起电话 ，brother， 这个水机很宝贵哦，厉害喽，够力喽，啊，完蛋了，我跟你讲，不用讲了，今天我相信大家来到这里，如果我跟你讲水机有多好，你会坐下来听那么久吗？不会啦，好，因为水机已经做了很多 brand 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有这种习惯。如果你讲不出 water device 这个名词，不用紧，我教大家。machine 会讲吗 ？machine 啊，朋友问你这个不是 filter， 你跟他讲这个是小小粒的 machine 啊就可以了。啊，明白是吗？啊，不要讲水机啊，啊，水机很敏感啊，很多人，我家里大把了3台5台的水机的，我还听你水机啥的。产品最强的见证，你可以到我们的 WeChat、WhatsApp、Telegram、Facebook 看不完，真的是看不完，真的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看，太多太多了啊！最强的示范刚才已经给大家知道了 ，OK， 我们独一无二，最新科技、高科技，泰勒斯刚刚进入马来西亚市场，包括东南亚国家，包括亚洲，包括欧洲，包括其他的国家，全世界的市场 ，OK， 我们有最好的制度，刚才讲到，我们有最好的团队，很多人问我 ，Josh。你很厉害讲哦，你有口才咯，我不会讲，我也不会做，我也没有人脉，我不好意思开口，我不敢开口，有没有这种人啊？这种人最多，你相信吗？不用你开口，不用你会讲，不用你很会人脉，我会教你一套陌生市场，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朋友，朋友都不相信你的，我教你开陌生市场，你要上我的课啊，刚刚我们去市面就这样子双色人了 ，OK， 不用很厉害，只要会动手指，这个手指会吗？有谁这个手指是已经是中高了啊，不能弯了的、啊，没有了啊？怎么样？很简单，动动手指，手指电话怎么玩？你们知道吗？电话会玩吗？电话是不是这样子扫来扫去的？是不是？是吗？我相信今天没有很多人应该没有用 button 的了啊，那个 Nokia Motorola 应该没有用了啊，还用的话就有点啊不一样了啊。OK， 动动手指，把我们的 link ID 密码 send 到全世界各地，让你的全世界各地的朋友进来我们的 room， 拜一马来文，拜二中文，拜三英文，拜四中文啊，现在拜四应该没有了啊，拜六中文，礼拜天我们的 Dr. Bravo 英文的课，动手指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有很多家庭主妇，就是每一天没有出门，动动手指，一个月赚10几20千马币。你问他会讲吗？他也不会讲。请问这些讲师、这些老师，你有给他薪水吗？你赚的钱碰1800，有分他一半吗？没有。为什么不动呢？对不对？简单吗？很简单，对不对？包括拉你的朋友进去 WhatsApp、WeChat 的 group 都有客厅，好，就这么简单。好，
还有的话呢，再多教大家三招，刚才教大家一招了，对不对？动动手指，是不是？好，再教大家三招。大量喝水有问题吗？有谁的话呢？很辛苦，喝水很辛苦，一定要喝够的。我不是叫你吃药哦，喝水多一点对你有大的帮助。当你喝我们的太阳之水多的时候，你身体的毛病改善了，见证很好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们的产品更有信心？对吗？当你有信心啊，你怎么讲啊？包括你的孩子、你的爸爸妈妈、你的老公老婆跟你反对，你一定会反驳他，因为你自己喝到健康，改善你的见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哎，很多人哦，真的老公老婆一听到说，哎呀，又被骗了，你们水哪里可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不可能的啦，是不是？有没有遇过很多，对不对？哎，没有去了。等一下啊，算了算了，他太兴奋了，也好啊，我有时间喷水啊，因为我讲课的话，基本上如果没有拿麦的话呢，我都是喷水，大家有听说过，听我的讲课，对不对？好，大量，对，喝水，大量喷水，就像我这样子，一直喷，我是因为拿麦了，不方便啊，你知道我一天喷多少瓶吗？四瓶。你做得到吗？有的人做得到，但是很多人做不到，真的，我没有骗你的。我是去到哪里，这个像我的 handphone 不离手的，你可以问跟着我的朋友，跟着我的团队都知道，去到哪里我都是喷，一直喷一直喷啊。今天比较流汗一点，如果不然的话呢，我给很多美女摸我的手，我的手比你还滑，你相信吗？比你们女人30岁40岁的还滑，我敢挑战你，两年的时间，我就是这样子喷罢了，我没有用什么lotion，什么都没有用，就是喷这个水罢了。请问你不想你的皮肤很滑吗？我经常在家哦，在车上没有开车的时候呢，我就经常摸的手，特别爽。请问一下，你的另一半摸一下、搓了一下，滑滑的，跟你讲啊，感觉来了，你相信吗？对吗？啊 ，OK。第三，大量，对对，大量什么？大量送水。见到人就讲，就像我们去到哪里，我都是分享的啦。我不管他有钱没有钱，他要不要，我见到他，我只要有机会，我就跟他讲了，讲了，拿水过来，我帮你 scan， 拿水过来，我帮你 scan， 有没有成绩，有没有买，不管他。有一天他如果用得好，他传一下传一下传一下，别人听到，朋友有钱的听到，那个朋友跟我买，他没有钱买，可以吗？为什么不做这个动作？对不对？万一砸到呢？一个像舍利周丁我的这样子的，诶，想要做的人是不是叫砸到啊？对吗？真的哦，啊，今天那个人没有来， Marcus 没有来，但是 Raymond 大哥有来吗？举手一下， Raymond 大哥好像在后面。我们一个 Raymond 大哥60多岁，他去 Kopitiam， 因为他学了我一招，很简单，就是这一招，这样子喷啊，喷了过后啊，板面的朋友看到他这个动作，就问他，安哥你喷什么？安哥就跟那个安哥 Raymond 就跟他讲啊，我喷的这个水很好很好，你去 KK 99买两桶水来，我帮你造，造了你拿回去喝。好，造一次拿回去喝，第二次又来拿回去，第三次又来拿回去，请问有没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没有人这么努力拿水给你造的啦，相信吗？对吗？一定有效果。造了三次过后，那个 Karen 啊 Marcus 啊，就跟那个安哥 Raymond 讲，不然这样子啦，你这老人家不要来了啦，拿一台过来。就跟他买一台了哦，陌生的不认识的、啊，买了一台过后不用紧哦，天天上 Zoom MCO 不能做事情吗？啊，有空上 Zoom 上 Zoom 听，我们天天很多 Zoom 听，听听听听，三个月里面做了100多台，请问这个叫砸头吗？这个动作你会做吗？简单吗？会很辛苦吗？就是这样子喷不了 ，OK。
啊，所以送水送多一点，你身边的这些朋友的毛病改善了，见证很多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相信，越来越有信心，你认可吗？你可以问的，有时候你听到我们分享的见证，你还想说真的有那么夸张吗？但是你送越多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啊，原来真的很夸张啊，这见证都发生在你的手上的时候啊，哇，你说不得了，你相信吗？ OK 啊，还有最后一招，什么招？就是每一次如果跟着我的人，坐在跟着我的餐厅的朋友，吃饭的朋友，一定会看到隔壁米饭菜汤肉鱼我都喷啊。OK， 为什么要喷？有能量。第二，这个汤饭菜特别好吃，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不然给你们看很多东西，太多东西也太多招要教大家，但是没有办法一一跟。OK， 所以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送好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这四句话就是我本人编出来的。但是没有想到，我讲了四句话哦，从没有做到有，从一个人做到现在30,000多人。所以我希望说，大家真的在跟随的时候学我这一招四句话，一讲讲越多，我敢跟你讲，老天爷不会亏待你。OK。啊，你看我们的团队，这是我送 device， 这是我们的 Master Store 也送 device 啊，我们的新加坡也送 device， 我们的蔡大哥也送 device， 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今天如果你在这个平台还赚不够，没有关系，先送水，水是最便宜的，最廉价的，对不对？有没有？但是如果在这个平台你真的赚过百万，赚几百万，赚多少的时候，你觉得合适的时候，我也希望说你拿出伸出你的双手，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捐更多的礼拜给这些老人院、孤儿院、残障中心、慈善团体、慈善机构，可不可以？捐全世界。我跟很多人讲 ,OK, 只要你觉得那些机构真的需要我们的水，很需要，你又不能每一天捐给他，每一天做水给他，没有关系，你没有能力你找我。我一定送，我一定送，我最少送了十几台，我相信这边已经有很多人送很多台，包括 NRC 也送了很多台，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送给有需要的人，可以吗？ OK， 水不湿啊，这个没有了，因为他今天没有到来，本来是要做，因为他饼做不完了。苏卡利达是我们在支持，在做爱心去帮他 ，OK， 他有做年饼，这是义卖的啊，义卖的啊，那他们也是在有做这个福袋啊，88块一份 ，OK， 80块一份啊，捐给那些没有办法有钱过年的穷家庭 ，OK 啊，我本身也是有捐 ，OK， 如果你们要捐，你们可以直接打电话，可以直接 bank in 给他们，不用 bank in 给我 ，OK， 所以呢，有很多的机构需要我们，我们一定会捐，一定会帮。好不好 ？OK， 好，那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啊。我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舍利哦，真的是会关的，时间到就关了。OK， 谢谢大家。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梁总。OK， 给他一个掌声，帮不帮忙？也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水布施文化，也因为我们公司的使命，所以我们的梁总就抱住这个使命，带住每一个人去推广这个水布施，所以非常的伟大。所以因为很容易的复制 ，OK。这个复制的裂变也因为我们的产品的十大优点，所以使到我们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水域太和芝麻有限公司这个平台，可以在短短的2年的时间里面 OK 进入了全球35个国家，看到吗？
所以你们不要再等了，要快快来。也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十大优点，也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计划，所以直到现在我要跟你们介绍的我们的一位家庭主妇，在2019年尾的时候，她怎样呢？她只是抱住，哎，喷喷头发，拿那个水就喷喷她的头发，然后就摸摸一下，哎呦，这么滑，马上就决定了跟我们的阿宝高级总监买了一台。但是因为他只是个人的享用，只是自己喝自己喷，当时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去推广这个事业， OK， 喝到了，不小心在八月的时候，他看到了，了解到了，原来我们的公司的这市场计划太棒了，这个产品太容易去介绍他的，因为舌大一点，直到他哇，市场这么大，他也拿了报单中心，所以今天我就邀请他出来，一个家庭主妇而已啊，什么产品都不会卖的，没有做过任何的传销，也没有卖过任何产品，但是今天他走出来，你们可以现在给他一个掌声，他就是 Elisa， 来自谢龙峰。那就可以了。大家好，我是伊琳莎，来自基隆坡，来自至尊宝家族的团队。首先非常感恩感谢我们的踏实创办人严董事长、李董、周总、陈总，感谢踏实马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老板全哥，心跳很快哦，搞得我都很喘气。精神商学院签名院长美丽高贵的王超老师，我们全球的001梁董，还有我们至尊宝大家长，我们的阿宝高级总监也是我的介绍人，全体策略会董事，还有愿意相信我的跟我一起打拼分享他和水泥的这个事业的伙伴们，还有线上的朋友伙伴们，以及在座的各位的你们，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今晚能够得到我阿宝高级总监梁总他们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再跟与大家分享。其次呢，在两年前，他只是什么我也不懂，纯粹就是我的介绍人阿宝高级总监，他购买了过后呢，他与我分享，但那时候呢，只是纯粹的一个简单相信，过后呢，才听话照做，造就了我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组织。我本身呢，如果你说叫我卖产品哦，今天这个价格4000吧，其实不会，不算多。如果一个4000吧，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事业，它更加是不是什么的一回事。4000吧能够让我们赚过500万吗？相信做生意的老板们都知道，4000吧是不可能的。那在那个时候呢，不要我叫我卖产品的话呢，不要说4000吧，叫我卖一个400吧，甚至48块，可能我会说，哎，你拿去吧，别随便了，就送你。叫我做生意肯定是亏本生意的，因为我不会，我也不会卖产品。但是你叫我买产品是非常快。4800，4800，随便几个都没问题，我们都可以马上购买。只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个有自己这个小小的组织呢？是因为当时候呢，我只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相信 ，OK 了，喷到我头发。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长发飘飘是没有绑上来的。以前的我呢，我的头发肯定要绑的，因为它是太过我们讲太干燥了。每次我讲啊，你们抽烟的男士不要靠近我。因为你再不小心那个火花呢就会着火，我的头发非常干燥。我们也做过， 我自己本身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昂贵的 treatment 给我的头发，还是达不到那个效果。直到阿宝老师让我喷上了，哎，我觉得很好，我就把水泥请回去了。就这样喷呢，
见证实在是很多，我也不讲其他，只讲我自己先。我当初呢，就是也不知道，也很怀疑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当时候也看了梁总他们、阿宝老师他们很多的见证发放在群里面，让我在看，从怀疑到相信。虽然我请了回去，但是每天都会自己问：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吗？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吗？就是，但是我每天都喝，每天我都做制造水给自己喝。反正我们人都是要喝水，就好好的给自己喝上一个好水。除非我们不需要喝水，我们大家要喝水呢，就鼓励大家拿上太和池这个水，每天给自己、给身边的人，甚至跟我们有缘的人都给他喝上这一个好水。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水分子特别的小，是我们的细胞能够吸收到的。反正我们都要喝水，很简单的心态，就是加上一个水仪，给自己喝一个好水，比长寿村的水会来得更好。我们的健康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回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体内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可能每天去做 X-ray 去照照我里面到底哪里出问题。但是今天只要我们喝上这个太和池水呢，我们就可以随时，这个太和池水带有太和直播的这个能量呢，随时24小时都在帮我们清理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是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的。相信有喝到的太和池水的伙伴们朋友们都会认同我讲的这一点。而我自己本身呢，在无意中就是这样从头发开始喝下喝下喝下呢，因为我本身自小我的脚就受伤。如果 KL 狼，因为我是 KL 狼嘛，听得懂的我们讲的SC 胸水后面有叫嘎啦锥，我自小呢我的脚就受伤，因为这个 SC， 所以导致影响到我的成长呢，我的脚坐前面的先生都看得到我的手脚在我的左脚。这个脚呢，它会导致我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呢，经络会拉紧绷。当我年纪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它会来越紧。甚至我去医院的时候啊，曾经医生也跟我讲过，他讲你必须要提早去做一个手术，把它拉直那个根，不然的话它会变成 K 眼，我们讲 K 眼 K 要能听得懂吧，异形。因为他的筋啊会一直拉，会一直拉，一直拉，所以拉到呢我的三个脚趾呢他都会扯上来，不能够完全平踏在地上的。就这样哦，我就傻傻的简单相信罢了，买自己用。喝了一年，无意间我才发现到我的脚的这个问题浅化了，因为他有 scar 嘛，肯定有 scar 嘛，对不对？而且不是很美，每次我都说我的脚不美，我不喜欢我的脚，以前，但是现在不会，它非常漂亮，非常的滑，而且重要的什么筋，它的筋，这个让我们证明了太和池这一个能量呢，这个水呢，我们喝进去呢，证明了一点，它就是能够疏通我们的经络。尤其我们有时候，不要说我脚受伤，偶尔有时候我们也会运动过度，或者是劳累过度，或者老人家甚至年轻的现在一代都会面对脚抽筋啊，或者脚紧绷，其实都是经络的问题。只要你拿上太和池水喷喷根后，我可以告诉你，过后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状况的完全消失，万事万灵。我们很累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用，当时我没有去分享，只是纯粹这样用。包括我们女人月事会有腰酸背痛吧，不是做太多的家务，我们女人月事的话也是会有腰酸背痛，也在无意间中，哎，我喝上呢也完全的消失了，所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收获。所以也呼吁大家，不管相信不相信都好，因为刚才阿宝老师有讲过嘛，水吗？真的可以吗？很多人都怀疑，包括我自己以前也不厉害喝水，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水是最好的药，更何况在座的大家呢是有福报的人能够来到这里。为什么？因为能够遇上这个太和池水仪，的确能够让我们提升不止自己的健康，不止自己的财富，还能够受给很多身边的人得益收获。所以呢长话短说，我就是觉得这个不管信不信，给自己一个机会，给我们家人一个机会，喝一喝，你不会有亏本。但是你不去试一试呢，你肯定会吃亏，肯定会亏本。亏的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心中有数。让你从事前半
去到多少个迷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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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完了，很多个零，很多个零，很多个零啊，就是零零零，对吗？所以呢，不管自己信不信，先喝上，有喝上的人呢，肯定是体验得到。不管你今天是有病没病，没病我们更加要大量的推广，大量的喝，因为呢，病是从没有病没有照顾而来的，而不是一天导致的，包括癌症也不是一天导致的。最近我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很可惜，因为呢，来不及喝，为什么？他一马上验到他是个女性，马上检查到呢，已经是乳癌第三期了。很快速的决定要去开刀，没有办法，因为不够时间去喝，所以我们也不要等到这一天。所以今天除了我们自己受惠之外呢，我们也尽我们的所能去传播给更多的人可以受惠到。反正都是要喝水，给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喝上一个好水，都很简单方便。好，好了，这样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OK，Hello， 很感谢啊，我们的余医生。哦，你想想看，一个家庭主妇，就是因为他体验的好，所以他自己就成为包产中心，而且去大量的跟人家分享，因为他得到了健康，也希望抱住我们的这个使命去帮更多人，所以希望你们每一个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要再邀请一位曾经中过风，然后在 MCO 的时候，朋友因为很辛苦嘛，朋友就叫他去驾那个 Great Car， 但是往往有时候很难讲，连50块一天都很难赚得到。所以呢，在参加了我们的这个泰克斯这个平台这8个月，但是他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分享到多少台之间？500台呀、啊，7个月，只是会差50块就很难赚，但是一天那才7个月500台，厉害吗？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泰克斯水域的特大优点，所以今天我邀请这一位女士出来，她的名字是什么？徐在旺总监。能不能够放透一下，透在我这边？Give me a hand, thank you。说没有这个，不知道透一下。我要拿这个东西。失去朋友，可能失去了机会；失去金钱呢，可以再找；一旦失去了勇气呢，很可能失去了这一切。我是小总监。线上的朋友，在座的董事，高级总监，总监们，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我想回归这个2019年的12月19号，也是我加入了这个泰尔驰马有限公司。当时我加入Grab大概6个月了。哦，当我加入的时候呢，又是一个阿宝哥，我哥讲的烫斗啊，好像飞碟啊，人有效吗？我个人问题就是说，我的白内障要开刀，我的睡眠很糟糕，可能想女朋友想的太多，我的闺蜜呢，3-5天要靠药物来维持。吃的太多纤维呢，显然没有效果，要靠医生的 rocket 放进屁股洞。所以这个就是我个人问题。再加上呢，我的尿酸，3-5个月一定要看医生，要抽出脓水，要打针，要吃药，要花钱。直到这7个多月走过来，哎，有见效啊。大大的改善我的健康，
我不用开刀了，我的便秘解决了，我的睡眠解决了，因为在梦中看到你新的女朋友了，那么我的尿酸也改善了，这两年走过来呢，我都没有看过医生。九刀九啊刀的马道跑，所以这两年给我领悟到呢，真的健康是财富，没病呢、啊、就是幸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几乎都忽略了健康，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健康。我今天有跑步，我有喝茶，我有吃饭，我有吃午茶，我有吃晚餐，我有睡觉，明天重复。哎，我一定很健康，一定吗？不一定哦。有钱了、啊、肯定要讲真好啊，啊，有闲了、啊、更好啊，有健康才是宝，对吗？对。但是我们人呢，就忽略了健康，一旦丢失了健康，可能有钱了、啊，找不回原来的。零件啊，我们每5000公里有没有汽车啊换黑油？请问我们有没有换过黑油啊？大哥，我们当这一副机器了，上天给我们机器了，是理所当然啊，对吗？为什么人会生病呢？这一切都是吃出来的。你最好的医院在哪里？请问在做吉隆坡？在格林尼哥吗？在中央医院吗？在 KBJ 吗？在 Timberland 吗？都不是，真正的医院在你们的厨房。你煮了什么？简单的，人就活健康。你煮山珍海味呢？我们的富贵病就来了。可能那时候太迟了。马来话讲什么？啥样你要什么你要说浪漫，一切都太迟了。所以不要跟健康开的玩笑。我在2012年呢、啊、中风，我躺了 ICU 7天，我在医院呢、啊、躺了2个多月。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呢，是从这个鬼门关呢、啊、喷一下哈、哦。要有一点这个 adjust 的风范了、哦、啊，人家有样是样啊， monkey see monkey do 啊，好，一定要学会这个。所以我在想呢，这一生中呢，谁是你们最忠实的伴侣呢？ Who is your lifetime partnership？ 请问是什么？是我们的身体。他没有月老，他没有埋怨你帅不帅、美不美、哦、肥不肥、瘦不瘦、有病没病、健康吗、不健康吗、有钱吗、没钱吗，他都没有怨言的，默默的陪着你走到最终老离开。谁是你最好的 lifetime partner？ 就是 it's your body， 不要忽略他。只有他陪到你到终到老到离开。没有经过医院的人不会知道。他说：“哎呦，我的梦想啊，3个、5个、10个梦想。一旦进了医院，像我这样，只有一个梦想，快快好起来。我要回家，家是最好的，最温暖的。所以不要忽略了健康。”这个人生呢，救我一命。当我中风的时候，在胎儿之时，他又把健康带给我。他是谁呢？他是一个今年78岁的小伙子。我们用我想用大家掌声来谢谢他，好不好？来，我们请刘高级总监刘总站起来，你看他吗？78岁，年龄是问题吗？年龄不是问题，抱着一颗心，我要改写这个历史。每一个人在做的都可以改变人生，要吗？你决定了吗？你要改写这个历史吗？告诉自己，你们是最棒的，
我有一对啊、这个新山的一个团队呢，他们非常优秀，非常的棒。我有一班 B 组的，就是在这个东海岸，可以说95%是这个马来组织，因为我讲的马来话是不错了哈、啊。因为我的女朋友第一个是马来妹，每天进门，那么就很自然的，很讲一套很流利的马来语啊。是上无能事呢，只怕有心人。体质呢，可以磨成什么？不是身，绣花针。针已经过时了哈，所以在座的，珍惜自己这一副健康吧。所以我时常讲了，什么东西最贵啊？健康最贵。什么是无价的？健康无价的。不要跟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为什么呢？我们输不起的。所以在这边先生呢，我要谢谢我新强的团队，我东海岸的团队，他们的努力，他们是最优秀的。好、哦，在此呢，我想呢，我要借这个机会呢，再多三个星期过年的话，我提前呢跟大家拜一个早年，祝大家身体健康，恭喜发财，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啊，这些我都要忘记啊！这我插播插播一下，为什么要插播啊？刚才我提到了77岁，现在今年是78岁了，就是刘广大哥。为什么要插播他，你知道吗？因为他真的不会讲话。如果上一个月我有发到group里面有开中的话，你们都知道，他一上台邀请他上台，他讲三句话：点头、微笑、数钞票。但是今天赚百万，这样的。堂哥都可以说，都可以赚，你不能呗？你们不能啊？一定能。这个阿旺基大哥是他的小编啊，小编你们知道小编吗？他做多少，他碰多少，他的小编500个都是马来人。请问，如果马来市场一爆发起来，我跟你讲，我们的刘广大哥，你说他没有可能赚过亿吗？我才不相信！谢谢乱条。所以健康非常的重要，健康是无价的，我们身体的价值可以担当。所以今天这里我要再加插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徐在煌啊总监。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在今年上两季，就是世界上总是给他一个掌声。所以今天我要再介绍一位也是很棒的人，我差一点忘记了他是从沙巴走来的，因为我最近一直看到他在马来西亚。所以这个人是呢，也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使命，希望帮助更多人去推广这个使命，使更多人找回健康。所以他也是因为体验我们的水 OK， 然后他的病，他的糖尿病渐渐好了，家庭的成员们也健康带回来的，然后还有他身边的朋友，所以他发现到哇，原来这个生意这么棒的，可以到全球，而且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代表健康还有财富，然后他开放了，他会讲华语、马来文、英文，给他一个掌声。也看起来很年轻，请让你们看看，因为他的人已经开始年轻了，里面也年轻了，外面也年轻了，讲话也大声了，所以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大哥。好，给了，拿出去给了。好，那么谢谢大家的掌声，那么也谢谢这个学弟帮我介绍出来啊，更要谢谢我们的梁总啊，给我这个机会上来今晚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我一直来呢客套话最少啊，很多人都上台都会
谢谢公司种种，那么还是要谢谢哈，心里就是啊，都是一直在感激，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间公司，有这样子的董事长哈，那么呢，愿意付出，愿意给我们很多的教育哈，加上马来西亚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前科以及公司的一些高层的资源呢，都很热心的啊，很勤劳的。那么再把我们的这个事业呢，后面呢做很大的一个推动和一个后盾，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可以说从开始很多的不顺利，那么现在呢也很多的顺利，就是一直在进展嘛，对不对啊？所以凡是做的人都知道，我近期有一些课题呢，大家不要怪哈，因为水灾哈，所以都有一些货币震坏了，还没送到，所以就不要买烟了哈。好，那么呢，我在这边呢，刚刚呢，沙阿旺在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健康。那么刚才阿宝哥呢，也在这边讲了很多健康的见证等之类哈。我如果再讲见证呢，可能你们后面全部走完了哈。那么那么呢，讲到完，我全家都是病人啊，我儿子专科医生都是病人啊，都因为我们太和止损都把问题啊解决了。OK， 当然他的问题不大啊，家里的都不大，只有我最大啊。那么都处理得很好啊。那么重点呢，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讲一讲人生。啊，各位，我们的生活，我要讲一讲 lifestyle。在场的每一位，我不知道你们在人生里面，你们对你们的生活方式啊有什么看法？除了健康一定要好之外，各位，我已经体会到，我在这个行业啊，在这个直销的行业呢，可以说20多岁都开始了，所以我今年65岁。所以可见我在直销行业有多久啊？那么呢，我一直在直销行业里面呢，我都不是一些泛泛之辈啊，自夸一下啊，我在每一家公司我都是做得非常高的那一个啊，所以呢收入也不错的那一些。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直销都说上下线嘛，对不对？那么我的下线之多曾经去到27000人。所以两种啊，这真的是输我太远，输我太远了，27000多人啊，你现在30000多嘛，对不对哈？我27000多，他比我多一点，那个是我们是没有做国际，只是做马来西亚。OK， 好，那么呢，我一直在承诺告诉我的下线，我相信今天你们的上线都有跟你们讲这些话，对不对？啊，什么话？我带你，帮你。陪同你，协助你赚100万，有没有啊？有没有？我给你带来好的生活，甚至于非凡自由，钱财非凡自由，生活非凡自由，要跑就跑，不用做的那种，有没有啊？结果有没有呢？我承诺了好多年都没有，我承诺了好多年都没有，我曾经离开公司。不做，然后呢去找了一些有一点威力的公司，进到公司里面去做什么？去做行政人员。为什么？因为我成为传销商，帮不到我的人有好的生活，让我大到公司里面去帮公司，在行政里面可能可以帮到，对不对？结果呢，你搞不过老板啊，老板看到出多一点钱的时候就心痛了啊，所以呢你还是要被离开。所以各位你看，我们每一天都在想办法怎么样帮到更多人成功，可是我已经做了40年都没有做到，竟然在泰克斯这一家公司才2年，我下面就已经有几个赚超过100万。这样有没有帮到他们吗？有没有啊？有。那么知不知道我的生活，讲讲我的生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沙巴，我没有做工的啊，梁董对不起，我是全世界最懒的一个领袖。人生本来就是懒，在情况下去我还是要拜拜，所以我很喜欢偷懒的。我已经开始前面的2年 MCO 呢，我很想很付出去做，可是呢疫情不让我去做，不是我不去做。
啊，我就把责任推给疫情嘛哈。那么呢，可是我的团队呢，他们很勤劳，我一直跟他们说，我说疫情太严重，不要冒险，他们冒险。我们的 office 冒着风险，每一天开门。如果这分分钟政府一站进来，政府人一站进来，糟糕，一定中事情啊！可是呢，我们都很幸运啊，可能这个是台风之水带来的好运了啊。好，那么呢，他们很勤劳，他们去做，做出成就来。那么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其实呢，我大部分的工作就做金丝，因为呢，在全沙巴里面。只有啊，好像只有我一位有机会啊啊，有一位女士当时也跟我们一起去，那么她好像比较没有这么活跃啊，那么我就这个知识方面掌握的比较多，所以呢，我就好像机智，他们敢冒风险去做，有问题电话就来，我就跟他们解释，再搞不好就是顾客电话把写顾客就跟我讲了啊，这样做。啊，然后一直到现在疫情好了，我开始出来跑。你知道我还没有出来跑之前，疫情已经解放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团队他们都很强，所以他们都能够掌握了。他们能够掌握，可是呢，没有上过台讲话。叫他上台讲话的时候，他背熟了，他背的时候呢都很辛苦背，背了上台的时候忘记完了。啊，都能够赚过百万。我有一对夫妇啊。太太74啊、先生76，两夫妻这么老，每一个礼拜来我们 office 2次到3次，他从来不要在银行转账的，他不要，他就来 office 之前，他会打电话来啊，我明天过来啊 ，OK， 我们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了。然后呢，我们就把收来的钱，因为我们收很多现钱，因为我们 office 人家拿现钱来嘛，啊，收了现钱呢，他的分是多少？转出来，然后一个信封写好几个寄到钱放里面，每一个星期来2次到3次，每一次来拿7-8千块。所以呢，今天我一进来说，我看到这个后面放了很多什么教育的一些机构，对不对啊？各位，人是的确需要教育，可是呢，我的团队都没有教育。我们这边也很多没有上课的，对不对啊？有谁是常都上课的，请举手。你看都没有人举手，我根本不认识你们，我都很有兴趣，没有几个人爱上课。可是最重要什么？制度好，产品好，产品会讲话，还要上课吗？要，可是不用上课都能够成功。那么你上课就给你更容易做，更快成功，对不对啊？所以我在那边我很轻松，我做得很轻松。然后呢，我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告诉大家吧，啊，这样没有啦，因为不要害我啦，你现在疫情这样多，吃我就不怕喵了，对不对啊？要小心点哈，不照吃啦，就说不要太过分了哈。啊，喝我都不喝那些的，都是太多汁水。现在哈，我连外面得欧什么的，我最多是早上一杯波比西搞我说，啊，因为我不爱喝糖了哈。那么呢，我的生活呢比较多什么？早上呢，我是睡到自然醒。各位在场有几多位是睡到自然醒的，请举手。对，那么很多棘手都睡到自然醒的，你醒来的时候呢，你有没有顾虑到你的生活的需求的需要呢？他都不用顾虑了，对的。不过是不是有很多睡到自然醒，他不是因为自然醒，是因为什么啊？现在不可以出门，不是睡迟一点吗？可是呢，我是真的睡到自然醒。为什么？因为我的收入比我以往呢，可以说大了很多，舒服了很多。虽然不是最有钱或者很有钱那种，可是比以往真的舒服了很多。OK， 那么呢，我在家里呢，除了睡到我自然醒之后呢。我睡醒之后呢，吃早餐也好，吃午餐也好，有时中午餐啊，中早餐啊，午餐和早餐一起的啊，那个11点多睡醒，有时11点、10点，最早都是10点半吧啊。那么大部分时间做什么？电视机，我的电视节目没有断的啊，所有台湾的副电台我都看完了啊，你可以问我哪一套，我会讲故事。
啊，好、啊，那么除了看电视，还有剩下时间做什么？玩孙，我五个孙，我的孙讲一讲要吃，我就带他们去怎么去有人去的地方坐下来，就好了，都是吃他们要吃的。老人家吃什么，他们吃纯的，我们才吃咯。因为我们的习惯是不爱浪费啊。你看我的生活很写意，那么我为什么现在还要出来考？因为承诺。在还没有疫情之前，2019年的12月，我已在这边开了两条线。结果呢，承诺嘛要来协助他们陪同作业嘛，结果疫情不能够来，一锁就锁了我两年。所以呢，现在可以讲一讲可以来我就来了。我一来我不是一天的，不是两天的，很多人上线以前我在沙发，我很生气那些上线来到，我说你们不用来，我真的是骂他们的。为什么来一天两天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一来就是10天11天，陪同他，你开车，牵马跑，我你那里有人我就去，他开车我跟他走，然后没关系啊，他还没赚到钱呢、啊，我们陪同作业还陪同付钱，真的，车费、通耗那个他钱够钱我还，住酒店全部我包完，费用完，然后有一个呢，还最近是这一趟来，还有一个更习惯的什么啊？全部叫一些朋友来上线，来到沙发，来到上线，我们砍他一下，然后就去吃呢，两盘炒面啊，听好，两盘炒面300块。什么炒面呢？大虾炒面，那个大头虾炒面，我不懂在哪里，好像一街一带的很出名的，他在某一间餐厅做很出名出来做的，两盘300块。如果那种大头虾这样的炒面在我沙发40块有存量，可是他是招牌啊，他已经出名了啊。他卖吃几个价钱，这样我要吃我就要给嘛。所以各位，那我来这边陪同下线是做什么？这个是一个承诺。我你讲真的这样好呢？为了承诺做呢？当然这一点要做到。最重要是什么？他做大起来说，我每天可以真的是享受人生嘛？我的生活条件改变，我可以舒服的过日子嘛？对不对啊？各位，你的团队底下如果有两边，好像两种讲，两边有两个很强很去做的，甚至于可能更多的话，你如果出国去旅游一个月不回来，连电话都不打回来，你会有顾虑吗？你会担心吗？各位，我们不是只是想赚钱，不是只是想健康，我们想的什么？我的生活将来要过怎么样舒服的日子？你不一定要住洋楼，你嘛，洋楼未必是好舒服。我的家很大的，我的家是100多万啦、啊，现在在沙发算很厉害了啦。可是呢，你懂不懂我几辛苦啊？请不到佣人啊，请不到佣人，都说老婆要不要做？老婆说你看到我看到会不会心痛？会心痛啊，他做不来，老公，这样我也要做了哦。我是最懒的人嘛，我一定要做了，对不对啊？所以各位，不是一定要住两楼，舒服就好，安全就好。可是呢，生活我反而我跟我太太说，现在卖掉啊，因为我的地大概5000尺啊，我的六二八啊，大概都有4000尺两楼啊。所以来讲呢，这么大间屋子，我两公婆住，然后还一个儿子没住，大儿子已经娶了老婆搬出去，4个孩子搬出去，女儿嫁出去，一个儿子他们不在家住，所以我们3个人住一间屋子，所以孙有来就热闹咯，没有来就冷冷清清咯。所以我家的灯呢，可以说楼上到楼下是没有玩过的，24小时开着，不是怕暗哈，旺气啊，人家讲啊，旺啊，哎，那个旺在那边坐着啊。所以各位，我们讲的是人生，今天做到这样辛苦，为了什么？省钱给下一代呢？下一代自己做，对不对啊？我们做到这样辛苦，要怎么样啊？慰劳自己，给自己过好的生活，给自己舒服。可是这个全部呢，都讲什么啊？都讲资格。各位，这个资格哪里找？在我40多年的生涯，这个自销生涯里面呢，这一家没有第二家。而且我40多年相信应该经验也足够来判断，来断定这一家是我们要的。所以各位，我希望大家呢能够今晚回去之后呢，好好的思考一下，到底你要的生活是什么。
然后呢，这一家是否可以给你到得到这一些，得到你要的？如果不肯定，找你的先上线，找你的介绍人，啊，再上线或者介绍人再不可以讲不到给你满意，再找上面那一个，不管在场的是新朋友第一次来或者老朋友，大家都把这一点啊，把我讲的东西放在脑海里面，想通了之后呢，自然呢就今年虎年啊，大家过个啊旺年，然后呢再下去每一年都是旺年，都是什么？恭喜发财，我很喜欢讲这句话，恭喜发财啊啊，要恭喜发财啊！大家谢谢你们。好，所以这张才是最重要。OK， 在这里呢，这个John Day大哥所讲的东西 ，OK， 就是他所讲的这么好的一个市场计划。这里我要介绍下一位呢，是我们公司的其中一个董事，也是分到全球的，可以说两把钱。OK， 这个呢，他是一个不小心，整六个月的时间。就上了董事，一个不小心，为什么一个不小心呢？因为开始的时候他只是送送水 ，OK， 啊，去分享喝喝水，就不小心带到了一般的团队，跟他一起有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去推广这个使命，所以很不小心的他上了，整六个月就上了这个董事，所以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民生站董事来自捷利 ，OK。好，大家好。好。谢谢谢谢刚才这样的来夸奖我。其实我跟大家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没有什么特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但是呢遇到这间公司呢就是这样改变了我一生。所以我这里首先要谢谢我的严董事长和太子马前哥，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这么伟大，给平凡的人都能够改变他人生，这是值得我们是非常幸运的才能够遇到这个平台。所以，我也是在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被一个朋友，是王老师。我上线，拉我进去一个微信群，就送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就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我就认识了这个泰尔斯群。那么呢，我就跟很多人不一样，因为我是追着去了解这个水域，想要了解水，这水域什么特别？糖尿病的。中风的，还有皮肤病的，都能够改善。甚至呢，还有一位呢，很特别的，我从来就没见过的，喝了13个月，改生命怎么改变，并且年轻的。之前他领了张相片呢，好像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但是经过16个月。13个月，16种改变，变成年轻人。所以你我们想一下，一款水能够使我们的病好，还能够使我们年轻，你说会有人需要吗？我相信我本身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哎，哪里的？哪里的？太紧张了哈，就是哪里我们有好的医生，我们远远都去。
我是住新山的。啊，在。没事，照讲，照讲，照讲哈。我曾经呢，就是有这个腰椎的问题，我从老远的啊新山跑去怡保去医治我的病，听不到哈？就是医治我的病。你想一下呢，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病罢了，身体不大舒服，我们都要去改变它，要把我们治好来。更何况现在很多人的慢性病，糖尿病啊、中风啊，很难医治的病，你说他们有没有这需要啊？他们更加需要。所以呢，我们这市场真是太大了，只是往往很多人没有很认真的去认识这个水。当你认真去认识这个水的时候呢，你会非常爱它，因为呢，这个水呢，它水质可以决定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地球上有多久，因为它给我们健康，让我们长寿，这是秦始皇都在纠结的，何况我们是个普通人，谁愿意生病，谁愿意吃药呢？世界上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深一层去了解这个水。这个水呢，在我们城市呢，其实是很难喝到的。其实，假如是没有这个开了这个水，这个技术，没有公司的研发人员，就是我们中科院的博士的研发，其实我们喝不到这个水的。啊，只有我们去到哪，或者法国的那个产出水，可能，因为现在我们的水源是收集的，在一个大水库，经过消毒过滤，才从老远的水坝来到我们家里。你知道吗？这个水呢，是已经是很种种的频率了。也就是说，这个水呢，不是很好的频率，很好的能量，频率是能量。所以你看啊，它水滚到我们家里来，从水坝，我们过滤干净，我们饮用。但是呢，它已经很分裂了，就是水分子是一团一团的。这所谓说，我们的过滤水，它是大分子团的。大家知道吗？我们的水呢都有频率的，水会讲话的。啊，自来水、饮用水是百二百三，但是呢，为什么长寿村的人呢会这么健康？因为呢，喝的是七到八的，他们喝的是70到80的频率的水。而我们现在喝的呢，不是70、80，是7.8，因为我们人的脑波也是7到8，啊，7.6，啊，对不起，7.6。所以呢，这个水真的是好像圣水啊。所以今天呢是啊，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大家认真的看。和认真去探讨这个概念，能够做到的，相信吧。谢谢。对，谢谢我们的林院长。所以今天只要你们相信，奇迹一定会出现，看到吗？所以呢，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太厉害的一个人士。OK， 他是马来西亚新山的人，但是因为他常住在新加坡。所以变成新加坡的人，所以呢，也因为这样，他从老远的新加坡过来这里。他曾经有人问过他，为何你要用最快的时间
曾经我们公司的董事，他说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经不起等待，他就分享了六个不等的这个定律。什么定律？想知道吗？第一是健康不能等，第二是什么？孝顺父母不能等，第三是贫穷不能等，第四是机会不能等，第五是梦想不能等，第六是什么？奋斗不能等。所以他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站在我们公司的董事，享有全球的2%，他就是我们的 Andrew 董事。我们的董事，这怎么用？问候在场的各位爱的家人们和新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小弟我自我介绍哦，我姓林，林家辉，可以叫我 Andrew。那么，其实我跟 Vincent 差不多一样哦，都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也不大会说话。当然还是要先首先要感谢我们梁董哦，我的介绍人，我的贵人，因为没有他，也真的没有我今天的成就。那么我们也要感谢公司，我们严董事长、李董、周总、陈总。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太阳之马全哥，还有各位啊建协商学院的老师、院长、全民院长王超老师啊，我真的要感恩。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很平凡。我小弟我20岁，应该讲18岁吧，2000年的时候过到新加坡，就读一个普通的 polytechnic 伊安 poly， 后来就读大学。读完大学过后就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就做 IT。 那时候呢也就打工。这边有没有人去新加坡打过工啊？应该没有，就我一位啊，有一位啊，两位。我们在新加坡打工，讲实话我是以前一开始的时候还要来回，现在不能来回哦。那时候一来一回每天都是很值。后来呢就觉得不甘心，不甘一直打工，就想要创业。但是我在那时候的时候，其实我有做一个直销公司哦。我在2001年就做直销。但是当然这边有好多 Jordan 大哥，有好多大哥大姐都比我有经验。我2001年做直销的时候，那时候在新加坡很难做。那时候我卖一套1600的磁床，跟我们新币这个太阳之水一样哦，都是1600块。那时候我做1600的磁床，基本上我脱下口罩哦，我讲话比较方便。我卖1600的磁床，我做了一年，猜一猜我卖了多少？一年，应该我卖不到十个床，一年的时间卖不到10个磁床，也就是做不到16000的业绩。那时候赚的钱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跟我朋友说直销很难做，非常难做。但是当初20年前做直销真的不容易，当时可能我还记得，可能电话还没有手机还是什么的，反正就很麻烦联络的，每次要约人也非常难，还要骗朋友来听 OPP。 我还记得还要跟朋友说，哎，我这边请吃，你要不要来。当然现在我觉得现在20年过去了，现在做直销我觉得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泰赫兹这个市场计划真的太简单了。为什么我说简单哦？因为我就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梁董说，我就基本上我也没有什么出门，我就是宅男一个，我就在家里讲 Zoom。 基本上我偶尔讲，一个礼拜可能就讲一次。我跟秋天大哥其实真的很勤劳哦，我每次都听你讲课，我都不懂怎么讲，我都像很多这边都有很多大哥大姐都非常的优秀，我都向很多这边的领导学习。我就是这样子一步一脚印从 Zoom 开始。那么那时候我还有点闲有点少哦，那时候我做了大概8个月，我前期做8个月的时候，我一个月大概赚5000是新币啦，哦，那时候我算5000新币。我还记得我还跟朋友说，5000新币好像很少，一个月这边5000新币会少吗？
不会哈、哦？有没有觉得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错，讲讲 Zoom 有5000新币，好不好？好。其实真的很好。那时候我还跟我朋友说，好像没有什么赚到钱呢，才赚5000块。但是我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还在 MCO， 那时候2年前，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出门，能够赚一个5000新币，一个礼拜我好像只讲一次 Zoom， 应该是讲一个月哦，可能我只讲一次 Zoom， 我可以赚5000新币，我觉得我应该偷笑了，对不对？真的应该偷笑了。但是后来呢，我真的看懂这个机会，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冲，所以我就飞回新加坡，那时候 office 没有。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新加坡也没有什么领导，我就跟我的 partner 讲，就租一个 office， 那时候我就租在 International Bazaar， 那时候一个月的租金也大概就是5000多块，也就是说我赚5000多块新币，我就投资回去，投资在这个生意。那么我是做传统生意的、啊、我有做传统生意，我有做过 F&B， 我有做过 IT， 所以我做过很多生意，我也投了之前、啊哦、投了一个公司也投了很多钱，也很多都不好做，所以传统生意已经越来越难做，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投资在这个泰勒兹的事业。我做的时候我就当做是生意来做，虽然可能投资额不大、因为新币是1600块，一开始我还只是投资一点点、几台户口，我还觉得投资太小了。我当初如果开多一个户口，跟梁董讲、我每开多一个户口，我今天多赚应该多3万美金，可能现在是4万美金，我开多2个户口，我多赚应该马币来讲可能多赚20万，当初我就少开多1-2例，我就少赚20万，真的，我那时候到现在还在后悔。我还在槟城跟梁董讲，如果当初听我的 partner， 我 partner 就很厉害，他是 accountant 来的、这边可能要谢谢你哦。其实也是因为他我才想要做，他一直跟我说可以做，投多几例，放多几个户口。我还跟他说很多例了，10多例了，够了，10多例户口够了啦，不用这么多的。如果我开多几例，我真的是多赚几10万，好不好？好。好。那么讲赚钱啦、我是比较喜欢赚钱的。我每次说跟这10000赚多少？赚1000万，跟这1000万赚100万。我看到这边可以赚10000，为什么？我们的梁董已经做到了，给梁董一个掌声好不好？今天留在这边的人都是赢家，都是王，胜者为王，对不对？我们在这边很多人真的赚到钱。小弟我不好意思，我几乎有一段时间哦，天天封顶，封顶知道多少吗？4000美金，4000美金。我那时候每次叫我的团队领导不要爆单，不要爆单。他们孩子说这么不要爆单，我要进单可以吗？我说不可以，因为4000了会浪费很多。那天30号31号，我要感谢哦我们这边的领导哦，我们 JB 的领导好几位哦特地过来，因为我一直叫他们不要到爆单哦，因为4000美金了，4000美金换算马币多少钱？18000。一年多少钱？一年不知道哦，我们讲一个月就好，一个月540000。一个月 $500,000， 我觉得我何德而能啊，可以做到一天4000美金，18000马币，我们讲新币6400，何德何能？我一个普普通的一个人，一天赚18000，等于很多人可能一个月的收入，对不对？18000，这边有人一个月赚18000吗？应该有啦，好几位，我们泰勒兹家人都有。对吧，很多都有。但是如果在外面打工的一个月赚18000的没有几位，很难啊。如果你想打工赚18000，我们讲新币赚6400都非常难。所以我一天的收入等于很多人一个月2个月甚至3个月的收入，我觉得我何德何能？我又不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人，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因为这个平台，因为梁董的介绍，因为我们的泰勒兹水，因为我们的奖金制度，因为我们的公司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成就，我真的很感恩。当然也要感谢我的团队，因为我们的富而喜悦家族非常的优秀，我的团队现在很多可能在线上哦，有来自美国的我们的饮水思源团队，我们有来自台湾的我们的台湾的
弘毅体系，你看我台湾的领袖，不好意思哦，我还没有去到台湾，我台湾的领袖很多我都没有见过，应该可以说没有一个我见过。我们的陈会长我也不认识，我们的陈思仪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们都是因为在线上，因为太赫之水结缘。我们还有欧洲的领袖，我的欧洲我都很多都不认识的，什么捷克 Berlin、啊、最近捷克的领导跟我说没有收到货，我都不懂捷克在哪里、啊、那个地图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啊、我也没去过。还有荷兰，还有波兰、啊、很多国家基本上我都没去过哦，所以我的领袖就去到很多国家，最近又有说要去荷兰啊，不，去到韩国的，说要做报单中心。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都不认识这些领导，真的没有一个我认识，我只是认识几个我马来西亚的朋友，我几个新加坡的朋友，在短短的时间就去到了，这两年哦，去到了30多个国家。我觉得我还是要感恩，因为有这个平台才有我今天的成就。我很多人都知道啦，我也不大会讲话，但是我就觉得我就跟着这些领袖，跟着我们这些团队的领导，跟着走，我们叫做听话照做，简单复制，好不好？那么我相信在场的各位很多都比我优秀，一定可以上董事，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董事相见，好不好？谢谢，谢谢各位，感恩，感恩，感恩每一位家人，谢谢，感恩生命。OK， 谢谢我们的嘉宾董事。OK， 就让我们一起啊，来当董事啊，用最短的时间。OK， 在这里也是还的尽快的 OK 找你的带你来的人 OK 来参与，给自己一个机会 OK 来体验，然后来去创这个事业，就是去分享，可以帮到更多人。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第一啊，这里你可以帮到你全家人的健康，尤其你的小孩子，小孩子眼睛问题啊，眼睛问题。第二就是还可以做到慈善，第三还可以创业，很重要。所以不要等着这个机会，快快的找你带你来的朋友 ，OK， 去真正的了解体验，请一台回去给全家人健康。在这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事天天来啊 ，OK。还有这里 OK， 所以今晚的分享会就到这边。那我想邀请今晚的分享嘉宾哦，到前面来拍一张照一下，谢谢大家。我们所有的分享嘉宾啊，我们董事李生、Andrew、阿宝，所以我们再来一起拍照一下。忘记，叫忘记，云山，然后拍一个照啊，然后后面的如果是说有需要，邀请领导来拍照的。